好，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大家午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领我们这个烂报老师啊，烂报，要做一个词汇啊，好。我们这个烂报老师继续。跟大家开讲了啊，那个上一次到哪里？迥壁穿丑，上一次我们那个两脚这个圈臀啊，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是好像这个被圈起来了，对不对？圈对不对？可是别忘了，还有一个也可能读成卷臀啊。我们讲过，鸡七系一组，声调不重要，对不对？世外桃源怎么会是上面那个桃源呢？圈腾也可以读成卷腾，你看你他圈那个字，所以你要注意这个，你看圈还那么多哎，还有娟，哦，你看娟的读音竟然那么多。下来，哦，卷的读音竟然有那么多。可以读成卷，我还不知道还有读成其他的，所以我们顺便学，好吗？那你看这个，注意这个破音字哈。破音字不是乱破的，所以为什么有字典像贵司的那功高，虽然常说他坏的坏，好的还是要说好，对不对？就是破不是乱破的，对不对？这个破是什么？不是破坏。而是什么？不破啊！所以你们学了那么多破音字，可知道破什么？突破原有的圈固啊，原有就是原有的读音嘛，禁锢。就是读音了啊，然后呢，前辈突破原来的圈固，而有原来有的读音，而有新的音读啊，音读读音其实是一样。我们讲过，就像我们这个缩解啊，课本缩解其实跟那个。解说是一样的啊，只倒叙重组换一种说法。好，那这个你们看到它 G 七对不对 ？G 七 C 本来就一组，鸡哥科呵鸡。七七哦，鸡七七本来就是一组的，鸡七七还可以转哥科呵，那它这也是没有变成哥科呵，
再来升调不重要，你看上一次我们弄了之后，这一次就可以 F3 了，所以它才有这些音读。那你看它念卷的时候是什么？猪圈，哦，饲养有没有？猪圈倒过来是不是就圈猪？圈猪就是这里课文的圈豚嘛，那么它这里是圈豚，别忘了，对不对？有可能是文卷，那就是怎样？什么叫圈豚？就是被圈。圈养起来的豚，就是说就喂了。你看白话文，文言文就用一个喂就好，白话文就这就是说，对不对？那也就是我们的所谓。你看白话文很啰嗦嘛，那这文言文你看一个字喂，被圈。猪就是豚，别忘了，那就是什么？我们说有家猪、家猫，对不对？就是家猪嘛，家里头养。其实我们，你看我们"家"这个字，就是在家下养猪的意思。这里的"猪"是什么？你看"豚"字形结构是不是也有这个？有这个死嘛，好吗？加这个字，对，加下羊死。啊，像这种字，有同学很有心想要进步自修，你可以现在不学，可你要知道网络有哪些资源，或你有哪些资源可以用，对不对？老师教你的都是这样。哪一天老师不在了，你就可以自己一样画葫芦。何况老师还留了那么多这个石敬秀嘛，那这个汉语多功能智库，香港中文大学的，你看家原来就是一个家里头，你看一只猪关在房舍里面，所以呢，你看这也就这样讲了，对不对？中国云贵一带苗人所住的方面，上面住人，下面圈养，有没有？圈养牛羊猪，圈养牛羊猪，你看拿把这个几个字拿掉，是不是就圈猪？李济好像是台大还是中研院一个很有名的考古学家、文学家，作为家字的字，这就叫李斯求猪也。你看，都变成关键字了，在我们中国这种，这个礼不要以为是礼貌，就礼仪制度，这种甚至就是风俗习惯啊，已经失去了。可是我可以在，这个猪就是之语的合音，有没有？之前都学过猪有之语的在哪里？好像取猪怀抱，不，物言以事之内，那个《兰亭集序》，求这个东西之。知就是带前面的理，求这个理在也，也就是什么？就不是中原定居了，中原的理已经失去了，要在野外，这个野外不是郊外那个野，郊外是针对于中原，中原中国中心黄土高原啊，黄淮平原这一带的以外的，所以他刚刚不是讲云南贵州这里，对不对？那就是相对于野，就好像你棒球有野内有野外一样，就比较外圈外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很少，中国文化两岸都一样，已经几乎不再席地而坐了。可是你看日本人保留了这个，所以他们榻榻米这样，对不对？那一样的，日本人等于是我们外围嘛。所以上一集我们是不是有聊过，很可惜没让日本人统一。其实我们是一圈的啊，那韩国人更不用讲。对，上一次那个还没讲，没让日本人统一我们。你看韩文原来都是用中文，自己就发明这种奇形怪状的韩文。你看当时如果让日本统一的话，这个都没问题了嘛。可是你看，不用用
人类，我刚刚有一句名，人生或历史没有假如，对，也不用假如，事实就是这样，就这样。可是以我们可以推的逻辑下，当然也不一定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啦。可是这不是凭空乱想的，前有先例嘛，元朝的蒙古，清朝的满清、满族，那再来大和民族又何妨呢？那这样整个中华文化圈不是更大？这个国家，这个你看我们原来的秦朝，秦统一中国才多大？甚至春秋战国周王朝的天下才多大？就是不断的扩张。可是我们不像那个西方那个殖民主义，对不对？那个是强制的，所以它后来崩解了。你看我们这个老老固固。就是这样融合扩张，大家都变一家人了。那你看我们这个东亚文明跟那个西欧文明就差在这，西欧罗马帝国崩解之后就再也统一不起来。可是我们你看，有没有？就有一个好像大融合的趋势，只是到近代就被这西方文化影响，什么民族国家、民族独立，所以你看韩国人才搞这个什么一个国家，因为你看法学里头讲一个国家要独立的文字，对不？血统、语言、文化什么，对不对？对，台湾独立现在也在搞这个啊，他去中国化，这就是所知障。你看人类自然的国家发展，谁有在搞这个啊？那以前的日本和韩国干什么？自己为什么不在乎自己有自己的文字啊？要用中国的汉字，对不对？越南也是啊，那个不要被自己时代或者一些邪知邪思啊，这些很恶心。我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政治学家，他到底，我倒希望他是真的是无私的，还是自己想要创一个新学说，然后自己出名？我以前也是很崇拜这些所谓大家大师，近现代不管中国西方的，像我们民国以来国学大师啊，这些都曾经很，后来很不屑。尤其我们民国，你看就是这些大师搞烂的。我问你，你的国文教育搞好，还轮得到我这种？沙小，我对不起啊，反正现在不是沙小的来教吗？这个烂报的老师来教吗？对不对？所以那么多国学大师为什么没跟我们讲清楚什么叫所以？是不是？比什么四级？看一下啊，我们暂停一下，因为怕他有急事。好，我们继续阿弥陀佛，对不对？最简单的所以是什么嘛？我就问蔡总统，对不对？蔡英文和马总统、陈总统、李总统，请问所以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所？为什么用以啊？教育部长不叫总统管教育部长，好不好？各位专家学者答一下，什么叫所以？所以你看我们古文共欣赏的文言文学堂。为什么很多人都到我这个卡小，我哪根葱来讲这个呢？可是我读完博士，没人跟我讲啊，没人跟我讲为什么所以用这两个字啊？这所以两个字怎么读？什么意思？你看，一个字一个字，红字就对红字，绿字对绿字，哪一个国文这样教的？是教那个注释翻译。搞到现在文言白话对立，成就了谁的功名啊？你自己看，现在教育普及了，为什么国文程度竟然是历朝最烂、最丢脸的？这谁的责任？只能怪孩子吗？孩子不懂事怪谁？教出来的孩子，你看就是这样，你能怪他吗？所以净空老法在圣贤是教出来，现国居民教学人，这不是教育出来的吗？难道他天生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佛陀我们讲那么激动？你看我曾经任何去责怪这边吗？为什么？因为像我昨天拜那个梁皇宝忏，梁皇忏帝释，你随便查佛经，讲最简单，这是释迦牟尼，即使是伪经好，总有是真的嘛。就算是伪，难道全都伪？讲的都一样。释迦牟尼佛就像耶稣基督这些圣者或穆罕默德这些，他们讲的，那你是哪根葱？我又是哪根？他们讲你死后。诽谤师长的罪是什么？入地狱耶！我可怜你都来不及，怎么忍心去指责？净空老法师也常讲，害你的人，还造地狱罪或造三途业，成就你的忍辱波罗蜜，你怎么还忍心去？那只有迷惑颠倒的人才会跟人家对干嘛。我们只是
对啊，既然这样，这是我教学的成果，他毕竟是我学生嘛，对不对？那我还有脸继续教？所以我为什么要逃之夭夭？我以后面对阎罗王，面对上帝，我怎么敢？假如我再继续舔，他拿这些给我看，还有像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才新发现的，还有什么或甚至没有发表出来的宇宙时钟的刻在那儿，顺手针，你看你教书教成怎么样？你还大言不惭说人家怎么样？你自己呢？啊，今天教我没教书，我没这个责任啊！我有教书，我也败不掉啊，是不是？啊，还为什么开古文功？哦，这个了，怎么会扯到这？管他，哦，讲到民国初年，哦，西方那个，对不对？搞现在这一大堆畸形，然后什么同志平权，什么一大堆非俗死刑，一大堆无微博诶，人权起来了。我只能说一个最简单，离世界末日越来越近而已啦，对不对？本来就是啊，这很科学的啊。我问你，封建帝王帝制比世界末日近还是民主时代？就算民主之后还有一个新的体制啊，也比封建近吧？推进人类走向世界末日的是谁？封建帝制当然也算嘛，对不对？可是民主政治绝对是更有利的嘛，因为它更后面更加把劲嘛，更推向末日了嘛。为什么？不是说民主时政治不好，民主政治像希腊，源于希腊好了，它刚刚开始是公民政治。你像我们不是代议制吗？为什么说公民 citizen？ 你要有一定的素养水平啊。假如是这样，也不爱读书和想的清楚和正确。因为现实执行上的困难，大家都一票，你看到时候会变怎么样，对不对？我像我们上次讲，勤快也一票，岳飞也一票，那就看天下勤快多。你觉得是岳飞多还是勤快多？很简单嘛，你觉得天下是小人多还是君子多？可是你不要小看哦，我看那个正哥，刚刚在看那个优良商店爆你是对，人社会里头好多圣人，我都快每次都哭。哭到不能激动，到不能自己，可是生活中我们真的很难碰到。可是卧虎藏龙，谁知道？像我有被刻意凸显或表露啊。可是我真正碰到的，像我教学生那么多，正面的能量没有几个。有啦，我们也不能抹杀。像昨天给各位看那个叫那个教学意见，没有？像我脸书还是粉丝专页都有 po 出来过嘛。虽然以前。已经那个了，你看还是有很多正能量的啊，你不能说都是有笔杆的才是留言，对不对？你看，这什么时候上学期了嘛？对啊，你看，反映了却没改进，对不对？那要怎么样改进啊？对不对？哪里没改进啊？你还是要这样匿名留言。你要我怎么办？到底哪里没改进？你还不满意？你反映了，对啊，你怎么反映了？那你可以检举嘛？那我就多注意是不是哪一个学生上课都在混？那么你又不敢觉得你没那个道德勇，只会在后面放冷炮。我们上课又不是在去管人家上不上，因为现在是什么中小学生啊，还在管你上不上课？不上课你成年了自己负责，缴那么贵的学费，对不对？对啊，哎。你看，谢谢他。我不懂为什么，学校还要留这样的老师？一夫妇，什么叫一夫妇？是不是？佛爱的超自然的事物，对不对？照上课课表，我哪里像上学期哪里没照上课课表进度？也许有时候会差一点，对不对？然后你只要讲这个，他就给你好像无限放大，没关系嘛。我们是不是有上课实境秀？你看看我是不是上课都像他讲的这样，一直讲这些。你看，会听的自然会听，不用花一堆时间劝学生，有没有？对啊，专注在课堂的内容啊。请你专注在，意思就是请老师好好做你的教书匠，不用教我们做人处事的道理了。
不用去教我们如何去想自己的人生该怎么样，不是吗？那很抱歉，这个真的道不同不相为谋，而且谢谢这位同学，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不懂，哎，我这个我是还没看过，你看是不是都是负面的？那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还有同学是希望我不要离开，那你们的声音在哪？没有嘛，就算有也没几只猫，我总不能为了现在不是民主时代，多数是民意耶，对不对？那我只能祝福各位了，以后面对上帝和阎罗王的时候啊，不要再在那哀哀叫啊，希望如此好不好？大家都走自己觉得正义的事，那到最后知道谁到底正义吗？不正义，这样而已啊，啊，这样而已好不好啊？大家都凭良心自己觉得正义的事就去做就好了，很好。顺便看一下这个，我还忘了看最新的，回上一页。好，这是08了哈，08。当堂明明有上课，但老师用一句没印象分数就比别人低。对啊，你明明有，我有没有看到？你当然你知道你在干嘛，我又不知道你是谁，然后只会这样匿名，是不是？你明明有，我就要看到你上课吗？那我不是才偏心在你？是不是？你除非说我看到明明看到你在上课了，还给你分数很低，那奇怪，你上课我为什么都不知道，都没有惹住我注意，对不对？那课后有没有问问题？不懂的有没有问懂？没有嘛。到时候上帝问你这些问题，你要怎么办？好不好？自己好好安心去做吧。再来，谢谢菩萨，真的非常谢谢。啊，这样我才有我离职的理论基础嘛，否则还以为是我自己耍个性不干，对不对？不是嘛？啊，不对，这个我顺应天顺人呐、啊，对不对？顺应民心嘛。你看，评分较主观，试卷回答不一定是老师要，即使他要我们用自己想法回答，啊，到底是哪里都是这样。我问你，他给你这样意见，你要怎么改进？是不是都是空洞的？教他们写作文要讲具体的，来，你可以讲一个具体，你发生什么事嘛？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不想曝光，都说人家主观，我们都希望谁不主观？希望自己能够不主观啊！可是你不帮助我，你说我要我怎么改进？对不对？我认为老师的教学非常的优良，你看，哦，终于有一条。这是9号，对不对？而且给予我们很多的知识。这是不是前面讲了乡人皆好之何如啊？我讲一个，上一次好像上一集没讲到我跟李瑶先生的一段往事，对不对？我也一次跟他的，他说你在哪里读书啊？哪个学校啊？我说文化大学，那时候好像还硕士班，博士班，好像硕士。讲完这句话，你知道他讲什么三个字？我在 堂上也有跟学生讲。他说哪三个字？你们猜猜看，我们给你三秒钟，3、2、1，烂学校，就这三个字。所以他为什么被人家他没错，他表里如一，他不会撕下另外一张嘴脸，就是直言快口。确实，谁不认同这是烂？这学校为什么烂？我是文化大学的，你觉得我烂吗？所以我敢录这种实境秀吗？用这个教材并勾起来，刚刚就刚刚。台大的解释一下，台大博士、台大教授，所以怎么解释？那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过？你为什么不跟孩子讲这是文言文呢？这是白话吗？推行白话文的前辈，是不是？这白话文，白话，所以是白话。那为什么用所？为什么是以文言还白话？凭良心讲。文言里头不用这个所，不用这个以吗？那于是更不用讲了。我们前面自己实境秀就有马皮禅理里头就用于是啊。我们官皮是用乃，一个字用乃，两个字用于是，白话就用于是，文言也用。我问你是文言的著作权还是白话的著作权啊？白话再用文言，然后说这是白话文、啊、
那既然他是文言，那这个什么意思？这个什么？为什么是跟对不对、是非对错什么关系？于是跟是非对错没关系吧？我们的国文老师在干嘛？国文教授。这完全就是非烂学校是怎么烂，然后烂学校的学生觉得自己是很优良的，老师烂，那这个学生呢？我想他不需要破坏烂嘛，烂学校里头有好学生，所以我们的文化，因为前一阵子很多是公立学校退休了，应该可以说设备一流，师资二流，甚至师资一流、设备二流，学生绝对都三流，不会排到一流。就只有话嘛，自己还觉得自己很厉害，自己很对，都是老师换。你如果今天是台大的学生，或者什么哈佛的学生，我们还哦，真的是我们不行，对不对？然后哎，刚刚不是有一个同学讲会听的就会听，是不是就是我们预言的？叫你去读如何想的清楚，看这里，你们已经老顽固化了都不知道。会听的就会听，不会听的就不会听。老师上课就不该，你读书干什么？读书就是学国文知识而已，国文老师就是教国文知识，这样就尽了你的职责了。我跟你讲，就算全人类是这样认为，我也不敢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还要去面对上帝和阎罗王。你不信那是你家的事，你觉得人死就没有了，你把你的教主排出来，你的教主是谁？我可不敢信那个路边摊没货源的、没有品牌的，是不是？谁说死后就没有了？哪一个圣人、哪一个了不起的人说的？还是你自己想当然了？一个老师的责任就是把书教一教、知识传授一下就好，就是好老师。不要讲人生的道理，不用讲死后有没有死后，人该怎么做，是不是？会听的就会听，不会听的就不会听的，你就不讲了。是这样吗？不会听是你的事，可是我得讲哎，这是我的职责哎，是不是？那你想想看，像这种学生以后养成怎么样？他出去就是做教书匠嘛，怎么他也不会跟你讲那些？他觉得把知识传授，现在社会风气那么差，学校变学店不都是这样来的吗？是不是？自己好好，你看，你就是很低分了，对不对？昨天才讲那个。没错嘛，你看我们都把人家拉垮，还比去年更低分，是不是？啊，今年我还花了比较多心思，也跟他讲我已经不教了，还是落得这样下来，然后退休弃选了一大堆，好嘛，所以时机成熟了，还待下去，这样不是皆大欢喜？我离开你也高兴，我也高兴，那就留给大学去省思，或台湾教育去省思，到底台湾教育要怎么走？要留这样的学生呢，还是要留这样的老师，对不对？这不就像以前看那个历史，到底要留哪样的人留在朝中啊？国家以后的国运要怎么走？如此而已嘛。啊，到时候大学生的薪水到底是多少啊？是不是？这个是旧的了啊，我看过了。再来，你看这都一样嘛。这所以这不是我臭盖的吧？这应该哇，三人成虎。这应该很客观的评论了嘛，不同的人都有一样的见解，对不对？然后注意的都是进度太慢，我就是搞不懂，你要进度那么快干嘛？索性今年进度可能会很快，不一定还可以有机会教到不用考的东西。老师上课常常在课文内容与自己的见解都跳来跳去，让人搞不懂。自己念书比较有成效，对，这个我绝对是我的缺点，我有时候会注意，我实际就有。是会跳来跳去，有时候有灵感就会一样。你也许辛苦一点，可是你要用努力一点。天下没有白吃，我以前学习也是这样。你应该要去想的，这个老师的东西有没有你值得学习的？不要说这个老师合不合我胃口，不是在挑菜吃，你是在学知识、学精神食粮。我自己是这样学来的，我难道就没有碰到比较差的老师吗？可是我们从来不会去批评老师，我觉得老师。只要他讲的是我们还不知道的、值得学的，就努力赶上都来不及，你们心思却放在这，这你就可以看到三流，甚至比三流还要差的学生脑袋都想：你们为什么只能是三流的学生？你知道了吗？那你这样，假如这种不改，永远是三流的人，
像我昨天在那个正德佛堂常绿老和尚开示，夫妻之间怎么相处，没别的嘛，你永远想要改变对方，那就只有离婚的路，那家庭就破碎，社会就开始那个了，对不对？永远停在这里，自己没办法改变，你如何提升？不可能，你就只能永远做凡夫俗子或三流人。你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只因为你考上了，你有钱，好吧，对不对？那希望以后跟阎罗王或者上帝或者你姓王的谁嘛，死后的那个，对不对？能够有所交代，或者跟宇宙好，好吧？啊，这个是对的。可是我要跟你讲，你有盲点啊，刚刚已经跟你说，是不是？我也承认这一定会有，难免啊，甚至有时候会很严重，你见谅啊，我不否定。可是我相信，我跳来跳去，你只像我们现在实际上讲的是废话吗？是我自己在为自己辩护吗？那如果是的话，请你也跳出来讲，到底教育，大学教育要学什么？我相信这些表达的同学已经表达，就是要赶进度，该教的教一教，这样就好。哦，这样就是你理想的大学教育了，是不是？好吧，那只能说我觉得我们大学教育应该不是只是这样。教学内容这个应该也是负面，所以都没有正面。你看三班只有一个，教学内容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对不对？评量方式常引起学生认为不公，对啊，永远都是觉得不公，强烈个人色彩，那哪里是个人色彩？我就搞不懂。那请问孙守正个人的特色是什么？像所以是什么意思？这是个人特色，是个人色彩嘛？所以都讲，你看叫他们写作文，不要写这种空泛的，都是那种概念，是如何是个人色彩？举一个实例，怎么样是属于个人色彩？那如何是不公？是不是？那只是一个不公，不公，然后说怎么样不公啊？我明明在上课，对你明明那是你啊，那老师知不知道你在上课？老师为什么没注意你呢？因为老师讨厌你吗？应该不是吧？那为什么你没让老师注意？像最好玩的是，我以前做学生的时候，我都不想让老师注意，可是我为什么老是被老师注意？我都搞不懂。我很想隐姓埋名，连现在我去佛堂听经也是啊，因为我都是全神贯注在听嘛。那有时候老师就扫到我，我眼珠也不知道抛到哪里去。那我来教书，我才知道哦，难怪都被老师注意，对不对？你自己上台，正好这学期就是大家轮番上台，你就是可以知道，你就会注意哪些同学有在听你在讲，你就会对那些同学比较有印象，是不是？自己好好去体会。那没办法体会，只好死后上帝再去教你了啊！我们菩萨行也只能尽我们的力啊！你说我个人色彩，我们当然尽量人难免嘛，我们还是凡夫，尽量是洗涤。我自门尽我的自理功夫，也是问心无愧啊。因为我要接受以后的审判和检验，不是接受你这种程度的审判和检验。除非你是上帝，我听你的，你不是，你可能以后不知道去哪里了，我当然不能跟你走啊，对不对？哦，对，好吧，个人尽个人本分，那很好嘛，啊，谢谢各位。所以我走，真的对大家好，好不好？尤其这位同学，对，别闹啊，我这是起宗旨，别闹，不知道。别闹什么意思？所以你看都这样抽象，别闹什么？不知道，对不对？你看又有这个了，这是正面的，这是我刚刚可能要给你们看，原来在其中。寥若晨星，我总不能为你。那你们，所以我说你们真正想学，再来看实境秀，我也不就不教你了。那假如你只是想要上课听我的，不是真正想学，那何苦？那我留下来，你看，对不对？惹那么多人厌，招。说实际一点，你花那么多的贵的学费来碰到我这个那么烂爆的老师，那我真的是对不起嘛？何苦？对啊，也对不起学校。跟你看前面不是说要报师恩嘛？结果来有报到师恩，我们用我们自己以为对的方式报师恩，可是我以为对吗？这是我的价值观吗？大学该这样，这是我的价值观吗？我相信上帝或佛陀来检验也应该是这样吧？难道教育就是教教书？讲讲传授知识就好了，自己扪心自问，教育是什么？这里不是补习班，不是升学班，
这是正规的学校教育，除非国家说我们现在的教育就是教一些人民知识就好了，不用管道德 人品做人的或者生命的思维，可以教你这样，那这样 我也早离职，那是我错，那我更该滚蛋，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我也不知道学校或者老师为什么要找我回来来教，是不是？嗯，我真的非常感谢，因为我也会惶惶嘛。哦，不要说我要离职了，这他们还是我，你看期末问卷嘛，哦，应该也知道我要离职，还会留这个言，那没问题啊，那就知道了，哦，所以才说为什么一幅幅就不知道为什么啊，哦，可惜这位菩萨，你不懂学校为什么还要留这样的老师，我希望你哪一天去弄懂嘛，哦，毕竟你连学士都还不是嘛。对不对？可是你毕竟是老板嘛，你交钱了嘛，现在不是都市场经济商业化学电了，嗯，所以不要弄错了啊，嗯！我不是什么坏老师，霸恋战前卫非要扒你们的血，那是很对不起啊，嗯！那你至少以后学弟妹不要再碰到我啊，嗯！所以这个我自己的计划是，等一下期中考，因为要教你们的作文去学，就是那个写作啊，嗯，上学期的自传给助教。到时候再跟助教催一下，哦，看确定明年还要不要续聘。明年假如学校还没有缩编，还得还有不方便招新老师得续聘，你们就多包涵，抱歉，我还是得凭良心做，因为你不要命我要命，我不能为了你这个孩子气，啊，以后我多我你想去地狱我不想去啊，啊，你觉得你对你就继续走吧，啊，希望哪一天不要像那个同学说老师我也骂过你，到时候后悔，也只有修忏悔法、学佛都是这样嘛，这也难免的。谁我也曾经是啊，谁没犯错错？哦，嗯，只是我们明明看到，就像佛陀看我们都是一直在犯错，也是也只能爱莫能助了嘛，还能怎么办？可是佛陀绝对不会跟我们继续堕落做凡夫嘛，就算是他四摄法里头跟我们同事，他也不是真的跟我们，对不对？这是行为是一样，可是做绝对不是。那我如果来继续来教书，你们要欢喜福他所在处，令一切众生不欢喜，我当然不能来嘛。除非我有智慧，我有技巧，做到的事，能够凭着良心符合正法，那你们也不会起烦恼，那我们才能继续做。没有，当然是，好吧，这请大家见谅。就像刚刚有一个同学讲，还不如自己读，好吧，那就是或者你去请教别的老师嘛，因为这不是我所遵守真爱，那甚至也不是学校爱聘我，因为有些现实的，对不对？哦，那刚好学校可能要缩编，怕请新老师来，然后到时候缩编了没有课，那个老师也许很好，你们的优良老师嘛，不是这种烂报，那总不能到时候没班级给他教，让人家优良小老师来叫人家走路。可是我虽然我真要说一句两句话，真的是优良老师吗？就好像你们也是优良学生，可是在我眼中看。你们可能以后，对啊，不要觉得人觉得前面不是轮椅讲乡人皆好之何如，哇！假如我真的是那么烂的老师的话，你看为什么还有同学说他可以学到知识好知识，对不对？同样是同学，如果我真的是那么话，应该一片倒，皆物资也不对啊，对啊，所以很请恕我个人色彩啦，哦。因为还是有我客观的一面，不是我自己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假如我真的那么糟，为什么还有同学肯定？我可没有教他，给他钱叫他帮我说好话，是不是？啊，对不起啊，家里的事还是曝光了。好，哎，扯那么远，可能痛快啊，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在这个了啊。因为是讲这个猪圈啊，讲到有这个《礼记》啊，有感而发。你看那时候他这个专员就是在八年抗战那前后啊，我记得李济先生啊，像这个以前我都很崇拜的，很敬仰啊。这个崇拜我，你不要误解我的，我从来没有崇拜什么偶像，我的意思就非常尊敬啊，敬仰，因为总是大学人家嘛啊，他主要活动啊，可是。你看，可怜那时候只要日本能够统一中国，他们这难免的嘛，谁没有国家民族意识啊？就像明朝嘛，抵御清朝啊，所以人哦不要陷于一时。可是你看你现在谁还计较啊？你还会反清复明吗？
清朝人还不是自家人？对呀、啊，还甚至以为以清朝的历史为自己的历史为荣，不是吗？那同样的，这是有前车之鉴嘛，前车之力也不是我空想。那日本人来统治又有什么不好？你看现在多少哈日哈韩，现在台独的甚至都亲日，那何苦呢？还搞什么钓鱼台？那现在全都日本统治，那日本就是中国嘛？你看哪一个来统治都变中国了，对，日本。所以我还是，如果日本想保留日本，还是不要统一好，因为你看清朝原来还满清，后来还是变中国了，对不对？满族反而都没了，哎，蒙古也是啊，所以都变元朝，啊、嗯，哎，好，再来，所以很好了啊，这个有机会我再截图供大家公评啊，所以我们都有石金秀，我有没有个人色彩，我怎么样，你们都可以评论嘛，啊，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对不对？那有这种两极两面，你才知道这个真的是，这个人还比较可信。只要都说他好，才有问题嘛。《论语》圣人孔子也帮我们背书，对不对？确实也是思想方法也是嘛。啊，怎么可能像那个美国法院不是也有吗？不可能，大法官全数通过，一定至少即使大家都想全数通过，也一定要有一个人来投反面票，因为不可能，他代表全国人，怎么可能全部人都说好？一定有人受害或什么。所以真的啦，来教书帮助不了别人，甚至让人家起那么多烦恼，怎么可以耶？请希望我留下来的，劝我继续教的，回答我这个问题再说话好不好？不管是法师也好，老师也好，对啊，所以守正是凭良心，凭自己的知能修习才做这个决定的，跟之前完全走自己的路，有没有？我大学退学，博士差一点也不想毕业，到最后主要是毕业博士读那么久，那是跟自己，因为跟别人无关。那现在来教是不一样，尤其这个是有责任，也不像一般的职业，啊，它是良心事业的，不是自己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所以该是离开的时候就要离开，啊，这个没有理由留下去。而且真的，我刚刚说那个优良老师不一定都是负面，尤其真的是只有好老师嘛。那我们赞助这个机会给人家好的老师，不就没机会、哦、我也只能承认，真的有那么优良的老师，我只能承认我不会教了。可是至少竭我所能，像我石金秀这样，我也竭所能，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学的嘛。那也许我这一种学教法或学法只适合我这样的学生，对不对？对啊，哦、那我竭我所能还是不能令大家满意，或者不能得到效果的话，那就是我不会教，我无能。就好像有些人说，他学问很好或怎样，可是不会教，啊、嗯，那我自己本身从来就，我虽然读师范大学，我也没有想要当老师呢。我那时候第一志愿只是因为师大是读古文，并不是说我要做中学老师铁饭碗。当然也有一部分那是为家人嘛，好吧，万一怎么样，以后也有个铁饭碗，那现实的。就好像我之前也会投履历去一些大学任教，因为要交代嘛，你这么。毕业了自己也不努力，就坐在家里等工作来哦、嗯、家人也看不过去，情人那时候女朋友也看不过去，是这样不得已才那个的、啊、你看我一般自己投的履历都是出去，没有像104都有我的，我甚至档案还没关嘛，你可以甚至可以查得到，并没有说要做教职，当然有机会做教职也可以、那其实那是这样讲，因为我本身是这样嘛，可是像有些104他会投那个教育来的，我都看都不看，理都不理，只知道而已。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走这条路，哦、不适合走。我宁愿做其他，像我前面跟大家分享做老师助理啊，我出去做保全啊，即使以后什么都不行了，学释迦牟尼，我出去骑士做骑士，做要饭的，都好嘛，因为自己心安理得，自己的本分尽完了。可是你看教学教的结果是这样，自己本分没尽好。对不对？我们姑且不论这些学生菩萨是非的，刚刚讲的只是你们成不成熟，因为你们毕竟是孩子嘛，啊，可是造的业不是就不算了？尤其像我们上次讲的，好，你是孩子，他也可以原谅。我相信你的宇宙时钟里头一定有刻画你跟父母顶嘴，或者心里自己想我已经是大人了。那这样上帝在拷问你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说我还是孩子，对不对？自己打自己巴掌就完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难道他们讲的没道理吗？
他们毕竟是教育毕竟是学习者优先，所以我不气他们，其实不应，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即使做到佛陀了，那时候不是有老太婆跟阿难比较投缘，跟他不投缘啊？对啊，这不能说他人家错，哦，这只能唯一的好处就是，真的我们做这个决定并不是错误的决定。即使有些同学希望我留下来，你要看看清楚啊，不能你自己情绪上，说老师你不要走。哦，不要走！你看，那你说你这些同学怎么办？那你想学，我们也没遗弃你啊，对不对？对啊，你这样觉得我真的那么优，那来学啊，那你来找我都可以啊，我也不做你老师，我们就讨论嘛，对不对？你没有，只是想上课，那很抱歉，那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现在上课的文化和绝大多数同学，他要这样，他不要你这样，对不对？你也得。你不能硬要，那你就像刚朋友个人色彩，甚至变成集权了。你是谁？你是皇帝，大家要配合你，这是不行的啊、哦！要恒顺众生，众生即使都想下地狱，也只能恒顺。等到元首他们想觉悟你不能硬拉哦，没有佛陀这样啊、哦，那变成暴君了，对吧？即使你为他好也不行，除非他有这根气。佛法是讲结果论，不讲过程嘛。你可以用非常手段，可是。还是那是非常万一的，不是普遍通行的手段哦。而且那是要真的对方有帮助才行，假如还是没帮助不行。那礼像儒家教我们礼也是自卑而尊人嘛。像其实他是学生，他是晚辈，他是年轻的，又怎么样？也是啊，你看自卑而尊人，对不对？你是自卑而尊人嘛。我读了那么多的圣贤书，读理难道不知道吗？自卑而尊人有没有说学生例外？人呢、欸？这字和人是相对位置嘛？相对，学生菩萨也是人呐、啊，当然对不对？除非他是无理取闹或者怎样，即使这些是无理取闹，一定多少也有他的科学事实在嘛。哦，他确实受不了意，这是不能否认，不能说人家只是不成熟。这样就像我回那个学生菩萨，那这样变成那跟那些恋战权威找一些对自己有利来支持自己，那就是有私心了，那很可耻。我们前面不是来分享说，乡愁是一轮不醉的明月吗？我们要时时刻刻风眼展出睹，古道照颜色，是这样无愧纯洁的，像那个明月一样。对，那孩子或学生他还不懂，那是他的事，我们也没有想管那么多，我们要严于律己嘛。我们自己要做成到像明月这种皎洁无瑕才行，对不对？那你看来教书哦，像你好啊，上学期像刚刚你看到那评论就是中文英上海，你看我学到他们说，他们却没学到，我是不是很伤心？像前面讲的那个平均30几分是怎么样？对不对？那时候我们不是有讲吗？30几分，你觉得很困惑或难过不平？你觉得最难过的是谁？你以为是你吗？以后上帝会把档案摊给你看，你就知道谁对这件事更难过。也许你重修重考，没重，对不起啊，重修或换个老师之后，或者就没事了。你也以后长大也忘记这件事，可是这件事也许是我一辈子的伤痕，对不对？所以谁难过？人哦，真的是家己保重啊！真的有时候，我们尽信开诚布公，教所以很难过、很伤心。我们尽信开诚布公，因为自己也做学生嘛，知道老师很多。像刚不是有讲，讲反映的没有改进，我们都一直开诚布公，可是为什么还是这样？就非常心灰意冷。到底要做到怎么样，你才能把芥蒂拿掉？也非常伤心难过。那可是这却是我们无穷的能量啊，所以我们才有一股力量去走我们该走的路啊，正道而行。也谢谢这些同学的加持，才有那个力量。所以就像我前面讲的，像老佛爷讲，这些脚我不来教书，没有这个食物的话，自己幻想的，那没有力量来了。事实是这样，即使你幻想的多美好，或者不是这样，科学事实叫你非要去承认，非要去减轻，就是这样啊。那你。到底是我认知学习的道德良心有问题，还是说怎么样？那假如
反省了，道德良心真的依教奉行了，还是这样，那就知道该怎么走，对不对？对啊，那就要退一步了嘛，不能再去触犯人家了嘛。那如果人道世界是这样的话，就让他们人道，好，对不对？我们只好回去我们的意识长期光谱，啊，不要去障碍人家的人道的那个福报享受。好，这个很棒，这才是我要的实境秀。所以我要说一句良心话，前面的实境秀因为还在教子，多少不是真正的，以后才会是慢慢是真的。我顺手真想，可是也正是因为教学这个教子这个机缘呢，因为之前是刚好我前女友啊，他那样的求学班，所以才有这个灵感。哎，干脆就录这个实境秀，刚好有这个录影软体，就那么好，免费的。效果也那么好，自己录了自己在听，自己在那个也觉得蛮不错的哦。那么我们这个明月要很皎洁嘛？什么叫不醉？明月一定会醉，怎么会不醉？因为一代传一代，你看陶渊明传给苏轼，苏轼不会因为被贬到海南岛就辩解嘛？再传到文天祥的，被杀头了也没辩解，再传到孙守正，不会因为哦。离职了，要去做别的，舍不得教子，舍不得博士身份，对不对？就辩解，不会嘛？不能说自己跟自己厉害有冲突，就你看那个同学说多好，我就之前也说嘛，这个误人子弟还不赶快，然后马上今年不就有这个了吗？对不对？多好！所以我等一下有空的时候，那个要截图。不用，下一次上课，会秀那个教学意见调查表给同学看，一起统一聊。然后我自己也会那个，请不要再说这个老师为什么要离职啊！我可不是赌气，小孩子气跟你们一般见识，然后被你们讲两句就受不了，觉得被羞辱了要离开了，那我干脆去告法院不是比较快，是不是？学佛的好就是这样了，除非你说释迦牟尼佛说谎，你们以后可能又有不好的报应或果报，我们怎么忍心在那个了？对不？这不是我们诅咒你吗？这个他讲的事实是这样。来，我们看一下，既然说开了，明天就要上课，没关系。那个什么，《梁皇宝忏》第四卷，我一时，我这里。我们不要看梁皇拿五路师长，报是什么？你看，对，梁皇宝忏第四卷，你看第四边，该不会就是这个吧？我们昨天拜第四卷嘛，自己去查。我们看一般老师的介绍，我是恶口，你自己想你是恶口还好言，你就不要梁皇榜上五路师长。罪报在哪？这个是传了几千年的，这不是现代人或者哪一朝的人，除非要你就，对不对？釜底抽薪去刨根，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对不对？我们才不管那个世间法，世间法律能信哦？能会公平吗？像刚刚同学一直反应不空，哎，最公平的只有因果报应。你不要说基督教不讲因果报应，你不信基督，你能升天堂吗？这不就信基督是因，就好像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你不做害羞的事，你做害羞的事可以去天堂吗？啊？你看，还上品罪了。五路师长是怎么样的罪？自己去查一查。
我当然也有顾虑，哎，有时候放开不管了、啊，就这样录。所以你们怎么说哦？这个假，这个林章梅、地震哥，我们是有感而发，不是假借，从来没有这个心思，假借这个好像骗取你们要进来看那个。哎，这可不是我伸手真的，对不对？不是这个吗？师长，你看，这是杀，当然不至于杀五入啊，那上品罪，自己查了啊，不想，昨天诵金刚，那个确实是这样，没关系，找啊，我们反正放开了，第四卷，他既然有这个，我们顺便下载。刚刚就是金山浴室疗黄宝忏嘛，看版本你不一样的大字。今天去拜忏，顺便看一下那一本佛经是谁印行的，不是，是不是这一本？他那个是有注音版的。那我们就。我不在这里笑，我怕影响我那个什么电脑的那个容量。下在哪里呢？这个是经典嘛，反正有时间轴或者你们快转我今天还没有打卡，所以我这个我也不会发到那个学校讨论区里头去你们爱看不看，关我的事。不是这一个，也可以啦，其实也可以，要用经典才行。哎，为什么？这样多好啊，还要为教学。哎，这不能讲，那怕讲了，就像那个他都在传教，对不对？你不教做人道理方法也不行。我传什么叫传教？我叫你要信基督，要信佛，我有吗？我什么时候说这个？讲做人处事的道理，人该怎么样？不要光顾着眼前，人还有死哎，这个是传教吗？这不是科学的，你不死吗？不是现在，更不要讲，我不想提这个，更不要讲，现在不是言论自由吗？你怎么好像哦，不要讲那个，不能讲那个。当然他没有说不能讲，只是对讲那个评那个嘛，对不对？还是有言论自由嘛。我说你可以从那个角度去想，你不想听，我们也没强迫你要接受啊，对不对？可我得讲啊，这不是我个人色彩。你觉得老师该不该教做人？那我学的是这样，当然就讲这样啊。如果是基督教的老师，他讲，他除非强迫你去信基督教，他当然也是就他所学所知的去跟你讲做人该怎么样啊，就凭他的良心，帮你导向善，为社会尽一份力，这难道不是老师的职责？只是把这个什么那个课本的知识传授念一遍，那你回去那网络查一查。那个不就好了吗？何必还要来那个？何必还要老师讲，还要人师来教呢？你找这些网络资料自己读，就像那个同学就好了。怎么搞的？
哦，经典我自己，因为我自修嘛，都会放在这里。你们要善用学校给你这个那个无限容量资源，要善用，不要就缴那么贵的学费。他也没限制你一定用在学业上啊，像我就用在教学上，对不对？你们之所以有那些教材实境秀，我都录在这，我那个档案那么大，我怎么吃得消？嗯，可是我也可以自己的，还是可以。他有没有说自己的不能放？嗯，你不能滥用变成自己的东西嘛。怎么搞的？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弄到这。再传到那个网络，哇，一下就好。那我们在资料夹中开启，用那个，Adobe 的那个软体开。第四卷，所以我昨天看的有点目瞪口呆，那个，哦，梁皇宝忏，不可思议嘛！才在跟学生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结果去拜忏。尤其这礼拜六、礼拜天，我本来不想去的，然后怎么反而去？所以跟你讲，感应道教不可思议。以前都有那个向左转、向右转，他现在就是。旋转有，好，那我们看第四卷，希望它有书签，没有就自己做，没有。第四卷第几页？今天拜到第四卷，它总共几卷？十卷应该是对，所以10天嘛，对呀、啊。第四卷，你看显果报第七，果报在哪里？第三卷其实也有，257，看他有没有做这个定位，正好。今日早上同业打钟，从家之称你看，那他这个可不可以检索？假如可以的话，师长，你看，可以检索就太好了。你看，若有众生论说君主、父母、师长，其罪过是，什么罪过？就是前面这里。先不要唔知死，你亲友总有信佛教的嘛。甚至你妈妈或者爸爸可能就是，那你不信嘛？好吧，不信，不信最好啊。如果不信就没有的话，那最好。这个是我们到时候不会写在教材里哈。我们那个实境秀说明的时候会，我们看看，念一遍就好。上一页，龙王宝钗，你看。你看，此大愚的，你看，死若地狱。又有大愚哦，故获失罪嘛，这是窃盗之罪，所以堕这个地狱。又有一条大愚，我身手真还好，从来没有犯这个，好像几乎。没有去，至少没有恶言批评。可是我就算会讲师长，也都是就事论事啊、因为无爱无师，我更爱真理。可他这里是说论说、不是恶言说，光论说又有大愚。我相信这也是出自经典，可以再查出是什么经典，应该不是宝师公自己乱诌的。
当然是的话，就他负这个口业之罪啊，又有一条大鱼，所以你以后还能做人吗？一身百头，身体却有百个头，头头各异，每一个头都不一样啊！堕他网中，堕在，为什么说堕他网中？就他不知道什么叫他网，堕在一个，可能堕到一个渔网嘛，啊，被大家看到，世尊见罢，已就是罢，作罢。也就是感动不已，停止嘛。见了之后，也就是了，了是不是完了？对啊，所以见已就见了，就去看完了之后，完了啊，停止了，看的动作停止了。看入慈心三昧啊，入了这个三昧就正定啊，正定正受啊，这一种修行的功夫。入到慈心，乃唤此，入到这个禅定之中，就召唤这个群，因为他要跟他沟通嘛。你不能用人话，因为师尊这时候是人身报人身，你用人话他当然听不懂，所以他入慈心忏悔跟鱼沟通啊。鱼是，你看刚才讲鱼是一个字就用乃啊，你们观鼻唯昧观鼻也有用过，对，乃换交换那个这一只鱼在网中的这只，他网可能就某一张网了、啊、哦，其他嘛哦没有讲明就某都在网了。鱼及时马上及时啊即刻救援，对不对？及时马上就回应了。世尊就问他说啊，问他的，他当然省略了。你也可以说世尊问说问谁说，当然也知道他嘛。这条鱼，乳母何在？你的妈妈在哪里？哪里是何处？所以何这个要搬到前面和，其实也可以在何也可以，对不对？通常会放前面的倒叙。所以何和所，我们刚刚讲的所也很特殊，它会是什么？它会是那个。它会是常常会倒叙放在前面写，就像所是比较特殊，所不会放在后面，因为它放在后面有别的地方，像派出所变成名词，就不再是代名词或者其他功能性的那个字词用啊、像我所有这个所就是功能性，跟我所没跟我有这个所只是功能性，强调是我有的。啊、就是这个有的主人是谁，主持是谁，在家也强调，这叫功能性。啊、何在就在哪里？你看哪一个国文老师这样跟你讲啊？我最多跟你讲在哪里，哪个字是哪里也不讲啊。当然白这个是有点白痴的问题。当然在就在啦，哪里当然就何。所以我们要强调，你看就是有这样倒过来，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证明所以这样读是对的？确实会有些会倒过来读，因为这是文言句法嘛，白话不行这样。不能哪里在嘛，白话绝对没有这样，所以一定要在哪里，对不对？哦，河要搬到后面，然后那一条鱼就回答，你看省略主词，对不对？所以要第八章找对主词回答说啊，说就言的言的动词，他的妈妈在厕所中做虫，啊，厕所，所以以后进厕所不要觉得脏，也许以后就是那就是你的家。我们这次不是在诅咒你，都在讲科学事实。你要反对这个是科学的话。你可以先把释迦牟尼佛否定掉，对不对？哦，我是就这个来讲科学的，啊、哦，因为我们看不到这个，我们没能力，我们只能相信他是一个圣人，传了被2、3千年多少人崇，不是迷信的崇拜而已，多少祖师大人有修行的，因为他没有料这么多人神经病出家去跟他学，你想想看，你看多少法师分享，现在活的都是。原来不信佛的，像印光大师也是啊，我也是啊，谁天生就学佛信佛？那、啊、你现在不就跟我们以前一样？你敢保证以后你都不皈依佛吗？不都不学佛，都不想要觉悟？佛不是什么宗教，它就是叫你要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不要以为你自己哦，这里什么骂老师？你看你也信自己的宗教，没事，反正我随便骂。这个老师烂爆了！这个老师学校为什么还留这个老师？所以我怎么讲，我爽就好，因为宇宙是你开的，对不对？哎，我要问你，你的教主是谁？啊、你是哪一位圣人了不起的人啊？被人家崇敬了几百年还几千年，是不是？所以他说母在厕所中做的是不是诅咒你啊？是讲说，除非你说这个是假话嘛？啊，释迦牟尼胡说八道，那是放狗，我不知道了啊。啊，就。好不好？那你就读读看，要读就读大一点嘛啊！啊，佛喻诸比丘，你看语言语是名词，喻就告诉，
佛就告诉很多的比丘，注意佛啊，不是我们人或宝智公这一那个南方宝山，是梁武帝嘛，就宝智公，宝智公听说这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编的。佛啊，他总不能乱假佛名吧？我想这都有根据的啊。我是大妄语罪啊，在佛门是不得了啊。你比方你宝智公、阿弥陀佛，我看都会堆了。人家就是不妄语才能成就嘛，连妄语都守不住了，还要成什么佛？连阿罗汉都成不了啊。佛告喻诸比丘，告诉各位比丘，各位就注这一条大鱼的啊。这个者是没有意思的，你不能说这条大鱼的人，是这条大鱼啊，所以这个完全是语助词，因为他已经有这了嘛，那有时候没有这，像项羽刘邦者，项羽刘邦这个人，这个者有这的意思，因为他这是已经有这了，你不能这里再这两次，或者你可以说这条大鱼啊，这一种情形也可以。这条大鱼现在这种情况，用现在这种等式来翻这个折可以，可是这不是折的字义哦，是它的含义，它会包含这个意思。你要真的要翻白话文可以，那你这个意思怎么从哪个字翻出来？是从这个字，它可以包含有你这个意思翻。要根据，不是我爱怎么读就怎么翻。迦摄佛时这个就不细说了啊，为什么不念夜跟摄？我想我们讲课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提到这声音变化的关系。那前面跟同学有提过谢谢的谢，为什么可以念射箭的射啊？右边不就射箭的射，对不对？可是谢谢的谢却可以念夜，叶子的夜，仆夜。唐朝有左仆夜、右仆夜是宰相大官。那我问同学，同学都学过啊。所以这就声音变化而已。这刚刚我们提到破音字，所以你以为我乱扯啊？有没有离开我们的范围？刚刚是不是就讲破音？还是反而多一个证据嘛，让你见识这叫大学，不是在关起来赶进度要教什么？你要干嘛？你要考试啊？啊，你要升学吗？哪里考？给的分数、改的考卷都是我在改，你在赶什么？对不对？其实期末考不是我出的，分数是我教的啊。你们都说分数给的不公，来嘛，去给。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跟学校告状呢？拿来开会，那一定会来问首登老师、孙老师，你为什么这样给分嘛？为什么？我真希望你们赶快去告，对不对？分数那么过公，老师乱打分，应该开个会议。这个老师不适任嘛？我确实是不适任，可是不是分数乱打不适任，是教学理念不同不适任啊。假如是这样办学的话，抱歉，我没办法啊。我对不起我良心，我睡不着，我真的睡。你看我之前我瘦，我吃素，现在胖，肚子大的要命。原来腰带可以扣几节啊，现在至少多了3-4节。为什么？那时候一直吃啊，甚至看电影打发时间。你不知道我上学期正好谢谢这位菩萨，然后分数给那么低，所以众生有感，佛就有应嘛，表示可能你们这种感触，哎，我也许有他心通哦，是不是？对呀，刚刚再回味一下。对呀，你看刚刚那个分数也是最近最低的嘛，不可思议。其实我觉得今年应该分数会高一点，可是竟然还是爆低的，难怪弄逼的我都睡不着。对呀，你看，还有80几、73，又低下来了嘛，还有76、79，有吗？哦，八都。不用想了，是不是？所以真的谢谢，所以教学理念不同嘛，你们要学的不是这个，那么请找别的老师哦。我当然是爆烂的烂爆的老师哦，我承认，就这一点。可是分数乱打或什么，很抱歉，我不承认。要就该公听会来，全国都可以，我可以跟你讲我怎么给分的，你觉得该不该这样讲？该不该给这样分啊？好不好？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你们那么多，可能是因为不同班吧，所以一盘散沙，没办法，好可惜。唉，像我之前不是分享过第一年那个当那个学生嘛，我都收集好资料啊，准备学校一定。你看那个同学不是乱七大鸡巴也会聊，对不对？分数都乱打，所以不是你们乱才讲的嘛。从第一年这样到现在，这个阴影还是挥不去，我竟然还撑了7年。哎，那不是7年呢，那是我还在读博班的时候，我第一年那个，所以不是7年，10几年了，可中间有停过。
所以这是，所以我刚刚讲当然是有科学事实嘛，我不能怪孩子或者学生不懂事啊。第一年的同学这样讲，最后一届的也这样讲，你不能说我没有客观确实有这个问题，对啊，是不是？第一年你看都差了十几岁了啊，对不对？我们现在都30、40岁了，三十几岁了，二三十岁，好。迦叶佛斯说：“三藏比丘没有三四十岁啊，我才46，他们差我至少要差40岁。我教他们，然后是40岁或30几岁的话，他们是直接差20几岁了哦，没有差10-20岁了，差不多。那我看很多还做保险的，都入社会很久。哎呀，好惨！迦叶佛的时候，就一个佛名，像我们释迦牟尼佛嘛，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做三藏比丘啊，以恶口故，你看嘴巴不好啊。不过他是出家人，你们不是，可能罪没有那么轻，好不好？恭喜各位啊！他是三藏比丘，受多投报，其母尔时，那个时候，他的妈妈，你看其，你学会这里是不是就代名词？他是三藏比丘的妈妈，那个时候受他的力养，因为他。可能拿到一些非法的东西，那力养就是有力的供养。你看，以是又来了，以是就是所以，这个是就是所，以就是因啊，所以以是因嘛，因为这个缘故，是就是此，于是的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以是因缘，以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因缘，这个文法实在很奇怪，以是作错，这等于重复讲了啦，因为是就是这个什么缘故，当然他你可以说这个缘故就是因缘嘛，讲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就纯粹只有这个，不用再带这个人故了，因为这个因缘，懂了吗？所以这个以是因为是这个缘故或因缘因缘就缘故，因为这个缘故，变成了厕所中的虫啊。所以他妈妈，因为你看他没有做恶口，可能得此报者，你看皆得到这个报，皆由众生。注意啊，这不是比丘啦，惨了，各位又惨。恶口，你看恶口，想想看你们是不是恶口？粗抢比如说什么叫不是恶口？像刚刚不是有同学批评说，给他反应了也不行，那就不是恶口，他只是不满，对不对？什么烂报，这就是恶口了你没有讲客观的事实，或者讲一些事实。那他那个孩子或者那个学生，他只是说他的见解正不正确而已，那他并没有出口或者恶口讲，对不对？对啊，他这没有任何一句恶口啊，只是他的观感是这样其实就只是一些自己的信仰，为什么其实是呢？我就搞不懂。所以有实境秀，大家检验一下，难道是我在讲自己的信仰吗？无法申辩呐、有实境秀，你们看看我上课是不是讲自己的信仰，还是在借题发挥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给学生去想想启示。读书不是光死读书，你读书是懂得做人，人为什么来做人？做人处事的道理是什么？宣传彼此斗乱两家，这宣传不要以为是做广告，总是宣就是不是私底下讲，就是大声讲，或者去做广告说人家怎么样不好，或者说人家说你坏话，让两家有仇恨，所以叫斗乱两家，这是有点像两舌啦，挑拨是非。那死了以后进入地狱然后狱卒在烧热铁壁，表里动刺这铁壁，你看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铁壁，可你知道铁，总知道壁是金属，可见把一个金属的东西把它烧热嘛。那表里不一的表里啊，表是外面，就表哥是外面的哥哥嘛外家不是内家，里面这表什么东西的表里是不是省略主词往前找？别里，铁壁这种铁的器具里外面跟里面都红了。刺是刺哦，红，对不对？烧红了，
洞就是我们说洞烛先知，是不是很明白？表示像洞山洞也是贯通的意思嘛，所以表示通红。洞红应该就是通红，动词就通红意思。以落其舌，用来因为你嘴巴不好嘛，所以就用这个铁器去弄他的。他带名词带谁？当然不是玉竹，当然不是这个东西，是带前面的那个比丘，对不对？甚至他的妈妈，所以他死了以后堕入地狱，生的时候还做虫，还没有罪没有受完呢。以落其舌，又复，你看前面他也想过年复一年，所以你看学了这个是不是也会？又烧铁钩，所以你看相对位置相关字义是不是都有金属，你就知道是铁制的器具嘛。那钩有三把刃，刀刃就会割伤割裂东西的都叫刃，对不对？有三个刃，这个钩现在有三个地方有刃啊。然后它的刃很利，像锋芒一样啊，利的像刀剑的那个锋芒。然后用来，你看你会以有基本有用会音的话，这个就会用来断它的舌头。哦、不是，不光烧刨落他的舌头，还断他的舌头。又用牛犁，对不对？又用牛的犁田，给牛犁田用的那个器具叫牛犁。当然也有马犁啦。这里其实着重是讲犁是牛来的，然后马也可以耕田嘛。啊、马可能另外一种，所以他特别讲牛犁，就是牛犁田用那个器具，用又用这种器具割破其舌。哦，割破其舌，你看把他舌拉出来，用犁去割他的舌头，好像翻那个田的土一样。又烧铁杵，这又另外一个器具了，对不对？相对位置有相关字形的，然后刺其咽中啊，咽喉的中间，这个铁杵啊，烧红了再刺断他的咽喉，因为你嘴巴不好嘛，喉咙不好，数千万劫不是年啊，一劫就多少年，你自己去查。罪必乃出，你犯的这个罪。赎罪完了，完了就毕业了。你罪就像你毕业就是学业毕了，你是罪毕了，就像福气。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世间这个不要聊啊？啊，关几年就好了，罪就赎完了。佛祖这些都是大妄语嘛，关一关几年就好了，真的罚罚钱，甚至现在都废死刑了嘛。你相信人就继续吧，好不好？哪一个人不死？他管你死后的事啊？你在迷信人啊，随便你。就像刚刚那个同学还说，我这只是我自己的信仰，这跟信仰什么关系？你是不死吗？你死不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死后要怎么样？不要到时候死了再哀哀哭哭，甚至啊，可惜这个都是现在重视各自环保，你敢不敢叫人家去追踪调查你？你这一辈子都不会皈依佛教。我没有讲哪个宗教，不要到时候再去忏悔啊，告解啊。我以前不懂事啊，这种人太多太多了啊！到时候即使你是很虔诚的教徒了，到了宇宙时钟这里磕了，不，哎，罪和功是不能相，不是我以后拜忏了，成为佛教徒或者基督教，这个就要免了。你这现在只是对信仰很不屑的话，以后这些宇宙档案都在，你得面对自己曾经的这个。就好像文化大革命，自己要把自己斗臭斗垮否定，这才是真忏悔。否则你如何迎向新生？你如果还有这个疙瘩在，你不可能迎向新的生，你那信仰还是有阴影有在。就好像我们信净土宗，疑情没有断嘛，怀疑的情感或者自我意识没有断。所以真的保重了，只能这样，好不好？真的我就搞不懂人怎么那么痴迷，真的。你的祖先或者我们的先人，最近的才死了多少人？你说，对不对？谁不死？为什么一直逃避这个问题？然后活在这个活神的世界里头，以为就是天长地久，以为就是宇宙的一切。Okay. 数千万劫罪病于是出啊，于是你看已经复习几次，出来还不能生人，生禽兽。畜生道生鸟兽中，佛就说：如果有众生，如果有啊，各位菩萨，论说注意啊。所以我不能再让你们造业，滚蛋也是好事，对大家都好，不要再让人家造业，对不对？我心里也真的惶惶，因为我而让人家做不好的事。那即使
不是我做不好， 也是因为我嘛，他也是我的冤亲债主，也不好嘛，那何苦啊，论说而已啊。他的罪过是，就是就是有两个意思，所以你就知道是非的是，对不对的是，跟这样的这此彼此的此，为什么两个字都是用是，对不对？如是我闻此嘛，于是的是也是此，他为什么又是是非者，就是这样，他的罪祸就是这样，就是这一个事，是不是有事，就是不是是非对错的事，这样不是有这吗？他就用一个事又概括了，就是哪样前面讲，今日道场同样的，你看我去报的，现在这一天的道场就是我嘛，我去又拜着，听到佛这样的话，大可不畏啊，我真的很不畏，所以以后要是劝我留下来，我这个一段也要秀给，所以我会录到我那个实境秀的那个说明里头。啊，花这个时间讲哈，你要说这是我的信仰，我不是因为这是我没叫你信这个，对不对？你要就否定释迦牟尼佛啊，然后他在胡说八道，他自己幻想。可是你算哪根葱？人家是两千多年了。两三千年了，那耶稣基督呢？也两千多年了，随便嘛啊，那就问问你自己的教主是谁啊？不要不知道天高地厚啊！我们做老师，我是你的老师，收你的钱，我也只能苦口这样讲。哪一天开庭的时候，我们这一段也会秀出来。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你不听，还是认为自己对，我又能奈？我也认为自己对啊，个人有是非，可是我的对不是我自己的。是佛陀的，我们只是依教奉行而已，对不对？是我自己，而且不是我迷信佛陀，我自己也想死后会怎么样。我当然不知道，确实会变丑，那个佛才知道。可我知道，你这样以后，不好的东西，应该以后不会有好的东西吧？对不对？我就搞不懂，难道不好的，你现在能考上文化大学，难道以前有不好的才能考上吗？你一天以前一定有你的优点才考上吗？不可能说以前不好的现在变好的，是不是啊？所以我真的想不通，我只能好，你认为对我也认为对，我除了依教奉行皈依养性啊，这个瞻仰啊，仰慕这些圣人，依靠他们皈依他们外，我自己也是理性判断啊，凭良心检讨吧，确实有可能是这样嘛，虽然我不确定是不是会变虫或怎样，可是绝对会有不好的下场嘛。就 像你今天会考上文化大学也是下场啊，那你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下场？前面难道没有原因吗？嗯，我们也只能深深的祝福了、嗯、所以怎么可能看到这一段？所以我要跟我们修行的人分享，因为我们实境秀本来利益本来就不是给学生看，主要是尤其第一个是希望我们同修佛弟子看的啊，因为我们要读这个经典嘛，要有这个语文能力嘛，中文经典，尤其中文的。当然现在听到上长下律老和尚讲的开巴利文的才知道要注意这一点啊，中文的会不会有失真这个？可是我想这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不要因为失真就否定它或怎么样。有时候要注意文学语言、科学语言的问题。我们刚刚啊，我们七星大法也学过这个。那我第一个要跟我们佛那个同修讲，要讲什么也忘，嗯，可能就是这个吧，对不对？因果的问题啊，不要不信，或者真的要养心，要做到，不是好像把它当，就像我前面写那个诗嘛，不要把它当成学术会议或者那个去论啊，真的就要依教奉行，佛说这样就是这样，除非佛骗我们，对不对？那是他的事，他的因果，我们就乖乖的那个。那再来就是铁钩、铁舌、铁臂，我现在懂了都这样，你不要把它当成科学语文去看。到时候你去地狱，你就知道什么叫铁臂、铁钩了。因为真以为哦，你现在想的那种铁臂、铁钩，懂了吗？因为你有现在人的经验、知识的铁。佛陀会这样讲，也是他看到的地狱性。我就像刚刚讲，佛为什么要入慈悲三昧？他如果把地狱的实况用科学报告给你，我们人绝对看不懂、听不懂。它转成人类的语言，人类的比喻来讲，你不要真把这个当成科学语言去读，会有这个问题，都是这样，懂不懂？不要以为我们人道只是六道里头一道、欸、不要以为地狱也跟我们人道可以去类比的，
可是他要在人道传教把地狱的情况讲给我们，当然用这种人来做类比或者比喻，我们才听得懂嘛。嗯，就好像我们送咒一样，咒明明不能翻译，为什么要翻译我们才听得懂？对啊，可是你听得懂，那是我们翻译的，那不是咒本身的，那毕竟还失真了，是他一层。要注意这一点，这也是，所以不要说到时候觉得啊，怎么不是这样？那是你自己，我们在读的时候陷入我们人道的经验科学的时候，以为这是科学语言。你要掌握它的法义，它其实就讲恶口，以后一定这绝对跑不掉的，下地狱受恶报，这就好了。至于是什么是铁皮铁钩，那还是其次。重点就像我前面分享的弥勒菩萨，重点在哪？弥勒菩萨一定会成佛，所以绝对要有信心的。因为弥勒不会成佛，至于弥勒菩萨哪一年下来，那是其次的。不要买椟还珠，把珠宝珠丢了，要珠的盒子，对不对？这里也一样，重要是叫你恶口会有什么下场，这是肯定绝对不会变。不要去纠结在哦，真的是舌头，真的是什么动势，真的是铁臂，铁臂臂臂又是什么？然后我们顺便知道一下什么叫臂，臂好像是梳子吧？它只不过加金布，是金属做的梳子。我记得臂好像是。以前的梳子，你看，我们先找竹梳子，壁有竹梳子，有没有？这是竹部的，你看壁，还有壁头，就梳头，有没有？有没有梳子？你看它是不是？它是竹部的，那我们这里人是金部的，对不对？字形结构换部首，那这样就知道了。既然竹部是梳子，你看我还没查字典，还没出来就跟你讲梳子了，石敬秀。臂头做个梳头，对不对？然后现在换成金部的呢？金部的臂可能还是喊用字，他不会收。有哎、欸，当然念臂同音。哦，哇，所以我们错了。哦，臂就不是在这梳子，它是钗，十二金钗。啊、哦，所以不是金属做的，也有可能，我相信也有可能金属。金属做的，等一下回到二座，金属做的狮子。以落其舌就不同，梳子干嘛跑落他的舌头？可是是梳子做的铁棒或金钗可以啊，跑落其舌可以。所以劈或臂还是是剑雏形的，可能是刀，对不对？这里可能是刀，刀烧热了，反正有面积的嘛。可梳子很奇怪，梳子是一根一根的，来跑落其舌，让你舌一条一条嘛，没必要。一条的或一根棒棒或一个面积的应该就可以。所以这一次我们错，可是至少对不对？要完全不知道嘛？那读的方法不是保证你百分之百，可至少不是零。像这一次就共估了，啊、哦，嗯，因为字典没有说的，当然找大一点的字典不一定有，啊、哦，没关系，反正现在石敬秀都这样，我也不怕你们去谁谁，你说我谁谁谁样，你们也是啊，对不对？何况这是我自己录的石敬秀。他还是猜嘛？那汉语大词典呢？有没有说是梳子呢？金币，看一下这个，你看应该还是梳子。花眼膜，哦，箭头。哎，你看还是梳子吗？哎，我不知道要说什么，随你。难怪不是有同学也留言吗？跟这个老师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我看你自己了。我们是毫无常识给你，你爱要不要？只会在那论说，前面讲论说师长，师长父母。我也是阿弥陀佛。你好。我还没复制，它直接就可以这样。要去保重啊，真的。这个我要关掉，传到云端以后就可以用。我云端我用的话，还不是要占用我那个系统空间？没关系，加嗨。那自己这样录，时间又悠哉悠哉，心安理得，怎么还会睡不着？
这是误闯丛林的小野猫，我不知道现在教学环境那么恶劣，其实以前早就有风闻了啊。也是，反正啊，也是勉为其难。老师，你也不能，我读中文系，读博士毕业，你不教书要干嘛？对不对？老师那么热情，甚至你看我助理叫我原来是讲师哎，你自己看我脸书都有。回来文化家毕业回来，哎，那个系主任王俊彦老师，还有一些热心的同学，还是助教系办的同事，他们就要交什么资料啊？学校帮你报那个？你看以前都听学长讲说。学校好一点的话，主动帮你报升等，啊，没有的话自己要去升等，啊，助理教授要求比较少，他可能只要博士论文，不需要你发表什么文章吧，所以我就哇，好快啊，那么快就升，这多大啊，怎么那么快就上了？这是没有，因为它可能是文字档可以检索的，啊，好小啊，那以后可以直接在我电脑用，它占不了多少空间。我就把原来的删掉就好，因为我电脑有弄那个串流，这是学校的，我以后离职可能就不能用，因为毕业他如果学校账号还可以持续使用，就叫停用了嘛，串流很方便，所以你看这也是我的既得利益啊。我说真的，我离不舍不得教职，倒不是学生，有了也有了那些真的受我教，可是我目前很少有这些感动的啊、哦，就算有几个，还不至于触动我的心灵。哦，很受感动，有那个强大支持，只有一点不舍啊、哦。那最主要就这个，哦，学校提供的无限空间，我以后可能离职就不能用了啊、哦。那也许这个工钱还能用，他说账号不能改密码而已，谁知道？那只要不能用，你看我这8T 的就全毁了，可不可惜？可惜，因为我反复才怪。刚刚才讲依教奉行，我们又不搞假。不可惜，还有这么一点牵令，这就是缘起缘灭，有什么好可惜？8T 也传了多久？那既然缘灭就缘灭，还有这么一丁点呢？我还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吗？那一样，你们信基督了，假如还有不符合你们耶稣讲的，你还想去天国？我死了就去极乐世界，就念念经，做做功德就要去了。啊，那极乐世界或那个天堂，我也不想去，去了又是什么龙蛇杂处？没有，不是我理想的地方嘛！我要去，真的是住上善，真的是至善至洁真善美，不能再有这种污垢啦，对不对？那这样我继续在人六道轮回就好了，人道就很美了嘛，又有性爱，我最爱的性爱，有必要去那里？要受苦行，要持戒，要修行这些，这当然就是有这些功夫功力，就是要去最棒最好的地方。就像你们那么用功读书，考上文化总比那个烂学校好。那当然更努力考上更好的学校，不是才值得？一样道理啊。我们那么努力，当然要到最好的，怎么还能碰到烂爆的老师，对不对？也不希望再碰到烂爆的学生或烂爆的众生了嘛。啊，来烂爆的继续讲啊，继续看，哇，破纪录。你就可以知道以后真正的实境秀就是这样。啊，我是要孙守真，不是孙守假。以前不要怪我很假作假，人在江湖中，寄人篱下，对不对？不是我要给你作假，那不行。你看，你光学生菩萨这些指教，你就知道还好我有节制。我如果像现在录实境秀，你看，我们真的俯首认罪嘛？确实是像他这样的，就是自己还有节制，所以才不服嘛。还到以后到上帝审判，我没有传我的教啊，可是我现在录自己，我可以传我的教了嘛？是啊，怕我们说了不算，上帝那里才有档案，让你们人类也服。所以录上课实境秀，你们自己去看。你看我有没有在传教？他们讲的实不实在？还是点有一点他不满意就无限的扩，无上限上纲无限扩大。好像这个老师就只是这样，其他我们苦口婆心讲的一些读懂课文的方法，完只字不提，只因为自己听不懂或者自己不没有。肯下苦心去把它听懂、弄懂，就完全就否定掉。你自己想想看，自己去。为了这个卷，我6点要准备出门，我都没吃饭呢。我们最近比较，为了这个卷，我们继续卷珠。那卷珠，我们看卷有哪些词？啊，还有其他音还没有看啊，像卷的话。啊，这个太多了，恐怕
不好看，因为他其他声音也混在一起，可是它原来是名词，那这里就变什么？圈在猪圈里头，被圈养起来的猪啊，在猪圈，喂，就是在猪圈里头。现在越来越慢，这么考，哇，怎么可以那么考？在猪圈里头被圈养出来的。他的意思就两脚就好像在猪圈里头被圈养，所以哎，二三四，翻译就是怎么样？这些没有比较顺一点的。灾民的救小巷，对不对？就好像那些在猪圈被圈养起来，那些在猪圈里被圈养起来之后，而且还被绊住，用绳索。绊住了脚一样，那是不是更窘迫了？就更窘迫，开启后面的，下文的什么？这才是我要的石敬秀。我觉得啊，以前是说难听就是。有点贩售知识，因为在这个职位上嘛，那以后上帝会有人问的吧？可是这个我想可以原谅，因为不是我自己要做。刚刚讲的呗，人在屋檐下，然后人在江湖嘛，并不是我们自己爱贩售知识。开启下文是不是就有卷了？对啊，囧逼。其实就是要凸显这个囧的情况，这囧是不是就是囧啊？你，现在囧啊你，囧啊意的用那个创造这个词汇的人，他就是因为这个囧跟那个囧。相通，那个声音相通，原来意思不通，他就这样乱搞嘛，他就搞出来，大家都这样用。因为你是囧，还没有这个形象，因为这个囧有一张脸，好像眼睛对不对？然后嘴巴张得大大，所以这个创造这个是一定有一定的国文程度，不过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念。你各位大学生我现在大放厥词发表高论大全，我相信。要不是这个人发明出来，你们连这个字是什么恐怕都不认，因为这个字也不是形声字，用字形结构换不出来，没办法读。这"囧"原来的意思应该就是君子困在洞穴里头出不来，这应该是会意字，一般都没有讲解，就没办法。然后看国学大师里头古文字里头有没有这个，应该没有，这个应该后起字。古文字古里《说文解字》竟然有。有囧破也，重穴君子，那君子好像就是形声兼会意君子，囧君是双声字嘛看他轮按囧君盖一字有没有一个做穴，一个做棉布你看他就说言若处囚中。
好像被拘禁了，不得周旋，窘迫，好像转不动了，身体没办法，周就是像圆周这样运动，旋就旋转，身体都没办法转动，那么夸张，你关掉这个会比较好。有时候太卡的时候就关掉右边。好，那这样刚好开启我们今天要讲的课。之所以要讲那个猪圈，你就知道，它刚好上下句嘛，你现在扯了一个快两个钟头，所以上课有什么好教学生？用机械化教育，所以你真想学东西，可以在学校学嘛。学校除非像我们这种道德意识、社会责任心那么强烈的人会跟你讲这些之外，其他就是知识的传授而已。有进度吗？什么是课外？什么是课内嘛？所以你们学的东西都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生命。所以等到要应用的时候，为什么会左支右绌？就是像这样卷臀绳索办一样，不但已经被圈养起来，还被绳索办住，很惨。好，关掉好了，很卡，那很惨啊。这里有而且还嘛，对，而且还。好，接下来愁逼转愁蒙户想，窘逼转愁蒙户想，攀援不觉窗棂断。这也是形容他窘迫，非常困窘的样子、情况、现在真的很忙了、来，这个窘你可以单字想，或者假如你没这个能力自己要学，这个大学生起码大学生的程度已经是我知道了。你看，迫就是逼迫，对，窘逼就是窘迫，对不对？因为这个就等于这个嘛，所以窘。所以它只是换一个字，对不对？这内涵一眼就看穿了。窘逼反而当然你们不用，逼就被逼迫。没办法，因为你不逃出去会被压死啊，是吧？好像被逼着、被赶着、被逼着、被赶着，要向外空旷的地方跑，对不对？那转愁门户晓，哇，才我刚刚还看不懂那个转字，为什么用转？这里最难的当然是转字。窘逼转愁门户想，为什么用转？转这也是单字想副词，也可以破解。所以你想不到，因为你都想到别的。就像我刚刚，就是反转。你说我怎么想到？因为我刚刚也没想到这个字啊，这个词啊。可是我就懂了，再回过来。再回来过来讲，有反转这个词汇吗？对，所以转愁就是反愁，已经很窘迫，你看还有窘迫这个词汇，有没有？我打得出来，更愁就是什么？担心你会发愁，门户太狭小，狭小人太多挤不出去，对不对？流量大门就小，对不对？
对啊，都相对的嘛。那这个门也可能，这个门户也可能是已经变形或倒塌的，那就更狭小。对不对？是不是就更小小？已经很惨了，反而更担心。所以叫窘迫转愁门户窘啊，转愁啊。当然，你这个转也可以说翻转啊，就是一直愁，一直愁，好像翻转在那一直啊，一直忧思忧愁都可以啊。所以这个难的是转字。你看以前国文课，不知道有几个老师会这样子。因为这个刚刚都有论到嘛，所以可以写。哇，竟然慢成这样，攀援不绝临窗断。当然这。你可以看到它什么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别忘了，就是诗，对不对？那攀援是不是对窘迫，动词对窘迫，转愁对不绝嘛，所以都心理状态，对不对？然后门户是不是对窗棂，可见你就知道这个，即使你不会念棂，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是跟门户跟你一样，是不是？那匣就断，匣是形容门户的状况，断也是形容窗棂的状况。状况，那有些你就来这个写得很好，所以好就表示怎样，门户太狭小，所以从有的也从窗户爬出来，只要能够爬出来。窗户，对不对？爬出来，对不对？这就写这个意思嘛。然后呢，不绝是不对？前面是转愁，对啊，相对位置有。那门户是不是对窗棂？那这个字你不会念。字形结构，好像我们上一次学一个东西，知道吗？这个字怎么念？哎，这不是做广告哈，对不对？这复习一下，我前面讲过这个“正耳鼻喉科”，四排正，对不对？当然，我要找正身心，好吗？这个立安要诀，给你们看一下。立安要诀不是帮他做广告，是生活中确实有这个字，你怎么念？对不对？你要冷静去分析嘛，原来。原来力就在对吧，是不是？你要有这种冷静的判断，就不用怕说看不懂，猜不出他会读什么。你觉得这里是读什么音？然后说上课的时候会问同学。那你看这个旁边这个是什么？有边读边读右边，你也知道是
那右边那个读什么？你看，又是一个常用字，是不是灵魂的灵？可见灵魂的灵。左边读边读哪边？上边吗？就像那个力，你不知道，今天才真正认识这烂爆的老师。别忘了，我是烂爆的老师啊。我实在很喜欢这个啊，还有刚刚那个很棒，对不对？我不懂为什么学校还要留这样的老师。然后合两个合起来就是，我不懂为什么学校还要留这样烂爆的老师，明白？非常好。我们说引恶扬善啊，其实这个应该都不要提的，如果厚道。因为这个是第一个是匿名，第二个为什么一定要提？就我前面有讲过，就是要向后世人对话嘛。你看这个时代是怎么样，人类的是非可以是这样。要么就读我是烂包，要么就是他烂包，到底谁烂包？对啊，不是说彰显这个恶，是大家要认清这个，这就叫人道众生，不要把人的世界想成天堂、人间佛净土。你先去度这些人嘛，人间净土。要讲一些不切实际，讲得很漂亮。就是为什么不念佛求生净土？为什么不往生天堂？不要在那不切实际了，还觉得人是什么多伟大、多好的世界？先看看这个吧，烂报。可以这样指鹿为马、黑白颠倒，还有什么不行的啊？竟然可以这样，好，对不对？你这个烂报的同学，你讲得出这些吗？我这些，你是不是小学生甚至中学生就是会的字？那为什么你现在不会？还要等到我，就像刚刚我问的嘛，为什么要等到我这个烂爆的老师来讲？所以是什么呢？因为我在学国文的时候，老师都不讲这些，他们说要赶进度，就像你们这些名义嘛，是不是？哦，进度很慢，扯一些别的，讲自己的信仰。你才知道原来你念了一辈子灵都不知道在念什么。那这个字念灵，这个字不能念灵啊。你就知道自己多笨啊，还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啊，别人怎么样怎么样。苏格拉底为什么那么了不起？我知道，我也有我知识。所以我就是专门打这些人巴掌。我讲什么深奥的吗？人就可以愚昧，为什么贪嗔痴吃鱼吃到这种情况？哦，这个会念，这个不会念，自己不会自己先打嘴巴，怎么可以脑袋死成这样，笨成这样，老顽固转不动成这样？这是谁之过？教育就出问题了嘛？哪个老师从小学教你们？啊，这个灵是读这个哦，以后你们会碰到一些生字，你就知道怎么读了。哦，原来大学就要碰到这个字，还谢谢这个本土意识，否则这个字可能今天还出不了头哎。本土意识，我们前面才介绍过，本土意识才会选那个林彰美先生，台湾诗人。对，我以前我就绍他，我教了那么多年大学国文学，我还跟同学讲过这个林字。你去看，不知道前面有没有石敬秀，应该有，或者跟讲我们佛学班的哦，讲那个内敛念点那个讲座之研究那个，应该有提到。结果没想到这次的课文正好，谢谢林彰梅先生，就用这个字考倒你们，是不是念林还要查词典？你看他是不是从木，就是读这个声嘛，是不是？啊，这样你就知道这个字怎么念了吧？还要去查吗？怎么会忙成这样呢？好像是 Word 特别慢，不知道为什
啊，也许是我这个档案太大，是不是？它背后还在储存。这很棒嘛，不教你看我这样自由自在，完全凭着良心啊做事，不需要再屈就谁了。然后打这个旁边那个零，甚至同学你还打不出来，他还是念零嘛，这个还是念零。那是字根嘛，就是外文里头讲的字根字首，难怪有那个同学，对不对？我不是自吹自擂，同学匿名留言说这个老师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你们老师可能都不懂，他的国文不行啊，他也是跟你一样，要老师赶进度，弄一个文凭给他，他不是真正想要把国文弄懂，他只是想要来教你们混口饭吃，懂吗？那你们觉得这个老师是好老师，只要对你们好，让你们过关，那整个国家就这样上下交争利，像上下交枪贼，老师对你好，你也对老师好，这就是好。那我们只能继续依教奉行了。不知不觉，为什么昌龄淡？为什么攀援不绝三年半？什么叫窗棂啊？忘了，字义都还没解。你看看看这个有没有讲解？没有，只好在上面。棂门或窗的那个栅栏啊，门槛的槛。栏杆上雕花的格子，有没有看到？那你就知道，像中正纪念堂，你看到外围的围墙，或者你其实你就找这个就好了。窗棂，对不对？看就知道窗棂。什么叫窗棂？一看图片你就知道，哦，原来叫一格一格的就。我跟你讲，窗棂就是什么字，刚刚我们有用过。窗棂，也不用。窗棂就是囧字，囧阿弟。窗棂就是囧。他是画一个苍蝇的样子，对不对？我看到，该不会是我回答了啊？还被人家选正最对啊！我以前我同修，我刚刚讲到学佛就是这个佛学，所以自己立哇，几年前了哈，那时候还没毕业，可是可能已经教书了。我是91011啊，91年开始教的，2000，这93年了啊。你看我教师编号是91011嘛，自己查我的课，或者是那个课表查询。每次都会记错这个，反正你看现在就自带，想到什么就查什么，管你那个，我管你教师课表查询啊，遵守啊，遵守是没有的，你看94，对不起94，所以我94年才来的。还是94学年度，所以2006也差不多啊，已经开始教书了，所以那时候有一种这种热忱啊，就想到这个生活里头的这个里头的文言文的问题，才发现多啊。我刚开始是想说，辛苦找一些问题，结果没想到哦，
那么多，像所以也是后来才发现。哦，这窗棂就是囧，这已经讲得很详细，我就不需要赘言。那、啊、你那个囧，你看这个文字查询的话，你可以。是点囧的原因，好吗？哦，你可以看，这国小老师哦，满的囧啊，眉毛、嘴巴，象形。我们就加超连结，你自己点去看啊、哦。嗯，我得来吃饭了，看那个学佛达了。因为我现在主要是卡在这个直播，都。直播这个都不能停啊、哦！那我们这一期就只讲这两句、哦、很棒，扯了很多别。那为什么会不觉窗棂断？你看窗棂，你刚刚看到、哦、不然这个格子、哦、窗棂是这都很 new 的东西，对不对？哪经得起你这样挤压啊、哦？这窗棂断就不知不觉就把窗棂挤破，也是行了。哎，正好。啊、正好我们直播的没电了、啊、来不及充电关机了，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啊、那直播当然可以停，我们这个讲完、啊、攀援要攀爬这个 窗户、啊、有时候可能 脚去踩到它，有时候可能手去攀援它，是不是不知不觉的把窗棂给踩断、啊、他要讲这就要攀爬，夺门而出，对不对？因为挤压，对不对？哪管，对，不觉就不觉等于哪管嘛、嗯，你不知觉就是没有发现，无暇顾及。来，窗棂都坏掉，这是有钱人才会。啊，窗棂是有钱人。你看那个门都雕花的，还装潢得起的，对不对？无暇去管财产损失，保命要紧，这都言外之意啊。所以攀援不觉窗棂被踩断了，对啊，挤压，然后攀爬，啊，攀援攀爬，啊，因为逃出来嘛，啊，跟他逃命，好，两个钟头也差不多，
我们这里暂停好了、啊、等一下我们再直播一段，可能用另外一只手机。好，谢谢大家。那个少造业多念佛了，阿弥陀佛。哇，真是经典啊！难得有一次只来讲两句，阿弥陀佛。对不起，这里又忘了，难怪有这么。各位朋友，各位菩萨，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午安。差一点又忘了录制那个，刚前面那一个脸书的实境秀啊，前面那一集我们的话只讲了两句啊，很多都是我们真正实境秀有感而发就会讲啊，不会再忌讳或者故意不少讲或故意压抑不说了啊。我们本来就不是为了你功名的来求利禄啊，我要读懂这一首诗。啊、哦，赶快知道他讲什么就算了、哦。我们只想扎扎实实，我是顺手真，啊，只想搞真的，不想搞那种假的。哦、如佛，然后如果光读这个诗，然后做人处事自己的生命什么都不管的话，那你去找别人啊、哦。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啊。我是很难想象这样的生命啊、哦，真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欢喜就好，自己保重啊！反正一定都是做自己最愿意做的事嘛，那只有自己负责嘛，自己的路自己带。接下来是如逢虎狼如触血轻身恍，常恍魂飞跃，都是讲他在逃命的时候怎么样的感觉。前面讲说，就好像蚂蚁或者猪一样，然后一筹莫展。而且惊慌失措，夺门而出，甚至不惜身家财产，啊，不管了，已经来不及管那些了。然后这种情形就好像，你们这个如的名誉嘛，那个好比喻的词汇，这个如已经显示出来了，所以这是名誉法，明白的比喻，就好像。好像碰到了，你看这个逢啊，和碰，这是双生字，哦，双生，逢碰啊，你看，你不信的话，我们看那个古时候的这个，看这个比较快，复制一个，两个切换来看，碰，你看它古音的时候是。没有嘞，还没有古音，可见这个是，那要看病，啊，病的话，古时候有这个声韵，韵，声那个声母是病，啊，病中古音，看中古音就好了。那你看逢呢，也是病，有没有看到？它声母是一样的，所以是双声没错，啊，对不对？啊，碰是念病的音嘛，这我们啊，啊，声母都是病。就是病那个声母，从古音，这就是一个什么？我们前面讲声音变化的关键 ，f 会转成 b p， 啊，所以为什么逢到什么就碰到什么？好像碰到，好像和什么相逢？那你这里逢也可以，就像我刚刚那个和什么相逢，但是想说这是字形结构兼音义，啊是。对不对？这个是字形结构兼音义的读法，下面的是单字讲故事，都可以啊。好像和虎狼相逢，又好像，对不对？它两个如，那你看如什么如什么，这就有点叠韵的味道啊。这写文章的技巧，如风虎狼如处，这个正好我们在整理文献的时候，整理文本的时候就，对不对？讲过了。原来就是，
对不对？他只是插了一个哈欠的欠嘛，啊，那这时候才去查词典，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什么不会的都直接就去查词典。有人在看吗？就挥挥手吧。嗯，已经挥手就离开了。我看现在直播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好，然后上面好像蛮多没有照到的。嗯，这没办法，这个这样勉强。黑的话也没办法啊。这个要不要？右边会比较曝光，差不多嘛。也点一个灯也好。那这个河蝎对不对？河实木的蛀虫，你去就像蠹虫哈啊，木口里头的蠹虫，碰到了蠹虫有什么好看？所以也知道这里是蝎的液体才对，对。绝对不会是河嘛，所以这念河的话只是蠹虫，蠹虫的话怎么好怕，对不对？它就类似假借为蝎了，嗯，那毒蝎、蛇蝎、美人，这个时候可以想到蛇蝎、美人好事还是坏事，只要你不知道蝎子，啊，还有巨蝎座、魔蝎座，对不对？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是这两个字没错。嗯，蛇蝎美，心如蛇蝎嘛，嗯。好像碰到了蝎子，哦，蝎子当然被蝎子蛰到是很毒的，啊，那你要知道什么是蝎子，你可以查网络，对，这个光用形容都没有用，啊，看维基这种看百科比较适合。你看又来了，火影忍者，这是不我们前面你看又来了，其实这个应该有一个工具设定，哦。你看，蝎，原来火影忍者原来名字叫蝎，说对不起啦，我们不是瞧不起人，我这真的都是垃圾，200年、500年后，谁要这个东西啊？我倒希望你是经典啊，人家要《兰亭集序》，要莎士比亚，还是要这个？你看，大陆简化字，他就直接，你看大陆简化字用。你看蝎，你看你给他转转看，简转繁对不对？繁转简，嗯，是不是？啊，就刚好查 Google， 蝎动漫，《火影忍者》中那些人物。那我们要看蝎仿了没有，就被这种前面我们是弄过，就被这种次文化塞满了，嗯，我再三声明，我都希望我错啊，我是烂脑烂爆，对不起啊，忘了讲烂爆老师又可以讲，对，我烂爆，都是我烂爆，最好是我烂爆，我一个人下地狱最好，那我就凭着良心，凭着自己修为继续做。最好是我一个人，啊，哎，你们都去西，都去你们觉得最棒的地方，好不好？反正你们也不信什么天堂西二世界，好不好？
天下有这个天理的话，我甘愿入地狱，真的。啊，如果天理是这样的话，人真的是非常可恶的一个东西啊！人多的，大家爱的就是势，大家不要的就非。是在古时候的时候，当大官当然要以民意，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是草民，所以而且那时候淳朴，不像现在人不知道在学什么，受些什么教育，吸收什么知识。那从来有几个去受思想方法训练没有，然后就自己以自己的认知去吸收这些知识，到底学成什么，谁知道？谁管他？然后再来尊重人权个人的呢？你们比较厉害，你们比穆罕默德是。那个释迦牟尼、耶稣基督都厉害，你们最厉害啊！你们每个都是教主，你们大胆的跟随他们，我们也只能佩服。我们真的不敢跟这种没牌的啊，跟这种真的以后死后不知道要去哪里，我真的不知道。你教教我，我可不会贪恋这。你说我能活几岁？也许明天就死掉了。人命在呼吸之间。跟你这种，然后图片大概也是一大堆，这个才是蝎子嘛，啊、哦，没有很可怕。那你可以这里打个遮，被蝎子遮，或被蝎子咬，这样才会跑出那些没有必要的东西。蝎，你看，蝎子，那直接就写这个。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它。这个本身就有写，刚刚我们查一体字之眼已经有嘛，它通二气，合对不对？磨合，合合者者，摩羯座之古城磨合者。你看这个合和结只是一个阳部，一个阳部，一个重部的不同，对不对？合合者者。国柱井中，所以这个不是蝎，不是大陆捡到的，这应该是撞身子，或者说被蝎子蛰蛰，所以会怕嘛，啊、哦，所以这应该还是念蝎蝎蝎蛰蛰，合合蛰蛰，再来啊、哦，又来了，这个可以通蝎，又可以做合，对，我们刚刚看一体是的，讲到鸡气息转什么，歌科合，所以这也不是乱变音的，不是一个字可以乱一体字乱变音，还是有声音的关系，有没有看到？这叫内行看门道，还是有它生母的线索关系，不是完全的乱变，有没有？蝎和和和蝎还是有生母的关系，鸡栖西转可克合。讲 N 遍了，你们最爱喝的咖啡竟然不念加啡，因为鸡栖西转可克合。所以为什么不念加啡，是念咖啡？好像碰到，或者好像与虎狼相逢，虎狼就是一般成。尝试啊，哦、狼子野虎野心嘛，对不对？为虎作伥，好像碰到蝎子一样。哦、你看触碰是不是？触碰还有这个词，触碰。是不是触碰？哦、触碰，形神恍惚，魂飞跃。他们逃命的样子好像这样，嗯，然后哎，谁的行程是比较先找对主持？逃命的人嘛，对，我们叫个大好了，大祭正逃命的人，嗯，然后呢他的行程恍惚，那注意啊，行是包括什么？行程就七情六欲，是不是？身体。嗯，然后就是精神状况，嗯，精神状况，那心神也是怎样茫然不知所措，那神也是六神无主，对，神还可以想到六神无主，惊慌失措。嗯，这就是恍惚的样子。恍惚，你看我们还讲错，其实可能就是恍惚，或者恍惚，恍恍惚惚，
这些你看全都是字形结构，怎样？很不可，对不对？那前面是长哦，不要弄画，弄错了。啊、哦，长恍，你看，失意不悦，模糊不清的，就是六神无主的样子，长恍。那这个长，你不要觉得是难字，字形结构兼音译，你看是什么字？字形结构换部首，是什么字？对不对？工厂的厂，或者敞开胸襟的敞。是不是都念长？这字当然还可以念长，对不对？手掌的掌，甚至还可以念堂，对不对？可是它这里是长。那你看啊，这个长，等一下，那还可以做这个字形结构，畅恍有吗？意思差不多，恍惚。甚至可以等于畅恍，这是什么字形结构换声符，是不是？生活，难报的老师继续看讲。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啊，以前被约束，这不能讲，那不好讲。其实工厂的厂，它其实还是这个厂，对不对？从宽敞的厂来的，你看啊。所以它是两层副手，啊，它应该这个跟这个比较亲近，它瀑布嘛，右边那个瀑布，这个竖心旁，甚至你看这个堂还可以念，这都是我们讲过支持师转的特呢嘛，啊，所以这个为什么又可以念长，又可以念堂，支。支持转特，支持，那支持是一组的嘛？长支掌，啊、嗯，行人掌、手掌，形神长恍，魂飞跃，啊、嗯，又恍又恍惚恍，你看恍等于恍也是，对不对？这都字形结构换声符。一个从胸读的音，对不对？一个从光读这个音，我们讲过安跟安，你看黄，这横，这是不黄？黄是不是类似光？横是不是类似胸？嗯的音，嗯跟安本来就相通的。所以到处是证明啊。是不是你就知道这一些字为什么通不乱通，或者我们说通就可以通了、啊，都有它的道理的，什么都有其所以然，不要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嗯，有没有？不信再点下去，多少例子给你看，对不对？共孤，啊，像我们台国语念共，所以都是翁嘛，都没有，哎，可是共孤中那个国汉字会写成那个杠。那台语片就有共啊，我跟你看，对吧？这个我们刚刚举的，再来对啊，你看我们讲过破音字不会乱破，为什么可以念行人的行，可以念横的右边念横，又可以念行哎，行的也是，长江的章这个变木屋，那这更明显，对不对？江可以变红，对啊，安跟翁本来就是可以通会转的，啊。
这个我们给他，哎，哎呦，刘品秀今年的学生呢，挺毛的了，是。用来仅供检测，给你们编辑还得了？其实我是想要开放编辑啦，哦，可是到时候也是乱七八糟也不好。你们点这个去就知道了，哦，可以看到这些例子。让，我们点点看，有什么下场？哦，所以这个黄，要只会哦黄。为什么这个字念黄？明明右边是凶啊，对不对？为什么他念黄？好奇怪，这个黄竟然没有单字，只有词汇，对不对？怪，这应该要去给他们意见啊。没时间了哦，我先。10:40，6点一样，6点多要准备出发。啊，原来就是狂冒、惊冒，总是失魂落魄嘛，失意冒，模糊，其实不清是不是神志模糊，神志不清，对啊，啊，还有再引申出来就忽然，为什么忽然的时候你是不是措手不及，就一时不知道怎么样，就像前面讲那个地震，连智者也愚昧嘛，一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又像波涛声，又像什么大白天的忽然变黑，对不对？是不是狂啊？疯狂，大家都疯了。其实这些字义都有什么表格原理，是不是都相通啊？你懂了就觉得很亲切啊，不懂就觉得哇，背了一大堆。烂报的老师就是跟你讲这些，不烂报的可能就不会讲，是不是？我就念慌了，对不对？或者慌了，惊慌失措一样。所以声调是不重要，你看，可以三声，可以一声，可以轻声，啊，那慌的时候，你看就通这个慌了嘛，这也是字形，它是从荒年的荒德音，然后它这个从兄弟的兄德音嘛，啊，也是换声符嘛，嗯，因为它声音相通，字义又相通，就通假字，啊，通用字和通慌，那个也是心慌慌。这慌也可以念黄轻声，嗯，黄轻声的时候是鱼尾柱子，念难咸的黄，啊，现在都念成咸的慌啊，闷的慌，啊，现在都变成闷的慌啊，闷的心慌，不知道要干什么，啊，不知所措，所以都是有这样六神无主的感觉，对不对？啊，惊慌失措，魂飞，魂不守舍，对不对？是类似。啊，魂飞魄散，佛飞月，这太明显了嘛！讲到什么魂飞魄散，对不对？那为什么讲飞跃？当然你不会断句成这个，对不对？而是怎样魂飞跃？这是考你什么？断句，还有断句之外还有什么？断句之外，还有找对先抓动词嘛？动词要啊，对啊，飞跃，现在都有啊，飞跃爱琴海，飞跃什么，对不对？还是有这个成语啊。那这里的飞跃比较有这个跃比较有什么？飞掉啊，就是魂不守舍，飞掉就魂不守舍，然后跃是嘛，隐跃。有一个词，当然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也不一定确定，我等一下要去查。有哎，你看，啊，隐就是，yes, 对不对？魂飞魄散，所以魂飞怨就是魂飞魄散，没错。散就是散亡，啊，所以月不是不一定是飞月，因为飞月什么爱情彩带回恶作，通不通？魂飞跃哪里？飞跃哪里啊？
飞跃通常是正面的意思，好像要超越飞过去。可是这里带回恶作也知道，他这里的魂不是在那遨游嘛，一定是飞那个什么负面的。所以正好这一刻学到这个月，除了跨过去跨越之外，还有什么陨月，是掉下去。总之这个月这个动作，你看跨过去是不是也有一个弧度，掉下来是不是有抛物线一个弧度啊？只要有这种弧度的运动都可以叫啊，那个比喻狮子。然后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这个月字。有没有画一般都是这样翻山越岭，没错，很好，但是想不坠落，有没有啊？坠落也是坠落，有没有？是坠落的意思。也是坠落，陨月像陨石掉下来，陨落，对不对？啊，所以陨月其实就是陨落，陨月就是陨落。月是不是就是坠落？对，月就是落，月等于落，对，所以陨月陨落，我看到。自己看这个关系是不是都有表格原理，你把这种表格原理写完跟你找出来，你国文程度就哦，国文原来是一个有机理废话，都是人的灵魂组织的东西，不是像你们行尸走肉，像你那种母灾只会背一些死东西。以前为什么以前的人要那么尊重有字的书，有没有有字的纸啊，字纸不能乱丢，不能踩踏，不能怎样，因为人发明文字是一件不得，没有文字你想想看，我们怎么能进入历史时期，人类还是史前文化。那你看你们现在如何作践这些字，这些字不走向世界末日真的没有道理。有一句话叫什么何德何能，对不对？我们何德何能，我们何德何能能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问你为什么？你现在能照做？当然我不是，刚刚前面有讲过，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卧虎藏龙，对不对？我也算其中一个。就像那个净空老法师有时候上讲经常讲啊，世间一定有圣贤住世，我早就崩毁了嘛。如果是凭你们这些人，这些人当我不信，一样像刚刚讲的，那我宁愿入地狱。假如这你们是正义。你们是让我们可以活的，那你们是怎么来的？你知道我学佛就是你们就是前世都有修行造福报，所以这辈子才能来这里成为人圣，然后造作这么多罪业。前面讲过了，议论师长是什么罪，对不对？那现在为什么还活得好好？因为你的福还没消掉嘛。你的福要消，前面才讲过功福和罪是不能相抵消的嘛。你现在只是想你之前累纠习的福啊，那你现在造的罪呢？现在还没爆发，谁知道什么时候爆发？不是说你知道积了多少福可以赎这个罪，然后那么好。假如这样的话，成佛一切障，成佛是无上的功德嘛，一切罪都没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成佛还要受业报，还会头痛，还会腰痛什么的，还有马麦之报？哎，这边不丢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也曾经是坏人，不是嫉妒心把人家腰折断，甚至拿棒子去打人家的鱼头。你们，我想也还不会恶劣到这样嘛，哦、所以千万不能轻贱任何人，因为谁不是这样成长的？只是身为他们老师是难免的、啊、我想佛菩萨慈悲也是这样，可能有爱莫能助那种吧，只能做我们能够做到的、啊。就像那个同学，既然希望我离开，对不对？我干嘛还留着呢？其他人已锁定，然后锁定我已经关掉了。刚刚那个因为开。
不会吧？是吗？为什么记忆体会用完？那我离职，应该这个平板电脑就不能用了。奇怪，我重新弄一下。哦，这个指令就让那个，因为那个浏览器厂很吃这个，很吃记忆体。这样就可以看到。好。你刚刚要查什么？OK 啊，陨月，陨月怎么会狮子？陨月，狮子又来了，是不是七星大法人文的嘛？可它本来是指像那个流星这样是人文的，流星或什么东西掉下来，那东西是自然，是物质的东西啊。对，颠坠、颠倒、颠倒坠落，或丧失、失去，然后后来才引申狮子，真的死的完成，表示人死掉，委婉的称呼叫完成。你看，现在人变得词典，你说文言文白话，他为什么不写白话文？这个就白话，封建社会尚书皇帝时的套语啊，我也放，奇怪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可能编写的人不同。为什么还要写这种不像白话文的字？哪有什么白话文呀？你懂不是都白话吗？又可以少写几个字，我念几遍，你说，真的观念就爱改。我一个伸手，任一个人挑战两岸所有华人社会的中文教育，你自己问问到底怎么样对？然后哪一天我不在，就像那个梵谷一样，才发现这个的价值。我和德格能刚刚讲过什么德是和什么嘛？有什么德省略了有，对不对？所以有其实也可以省略。我们甚至可以补充那个七星大法里头。我们讲到九阳神功，对不起，九阳神功里头有嘛？有可以省略，有吗？有什么德？有什么能力能够来？活在这个地球上啊，你就知道一定有，所以不敢轻视嘛。那释迦牟尼谁不是？我一定前世，你看我碰到你们，你们就是我冤亲债主。你看我那么热忱，我们平生也不认识，开诚布公，你们还是这样对我，就只有一个可能，因为我也没得罪你，那为什么那么讨厌我？那就是可能前辈子有问题了，对不对？前辈子的因果嘛，我得罪你，就我也不是什么喝卡小啊，是这样。这样就很了解，水佛真的意气平，就是无知才会那样跟人家争输赢。你看，还有押韵呢学佛意气平，无知才会争输赢。那陨落也顺便来那陨落当然也可以指生命的陨落，所以就死嘛，所以陨月陨落是一样。所以这个那个，你看巨星陨落，所以其实陨月就陨落，你就知道这个焚飞月就飞掉，而且坠落。不系呀，魂不守舍，魂飞魄散，对吧？所以他魂飞刚好我们原来断句这样断，你可以想到那个魂飞魄散，对不对？断句，魂飞可以想魂飞，那其实月就是在讲散，对不对？那你看魂飞魄散这个常用的词汇也是相对位置是不是有相关之意？所以就是魂魄飞散，倒叙重组，你看。多好用，九阳神功两三回了，魂飞魄散就是魂魄飞散，就等于魂魄怎么样？飞跃，那就等于魂魄怎么样？魂魄飞那个陨月，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刀果为因来推的，我就你看我实进修才知道，先有后面才有前面。人家一般是从前面读，以为这样，不是。我这个主要就是，你知道我是这样推出来的。
乐，云乐。你看哪个有几个国文老师能够跟你讲那些？烂报了，只有大概只有烂报。啊，你不看日报，不看时报，看烂报好了。烂报老师，真的很，我是真的。你看我有没有指责或者仇恨他？没有。有的话我还叫修行呢，叫穷毁啊，还想去往生西方。所以你看学佛修行多好，但是我想你绝对没有我这个修养嘛。为什么要做这种反复的啊？没关系啊，你有人还不承认你就继续做，你觉得这样爱恨情仇痛快你就继续痛快。啊，我们也不需要担心你，反正你还是像小孩子火灾，对不对？法华经里头师尊讲的，小孩子在火灾里头玩，还不知道要烧死自己。要牢房外面的师傅说，外面有马、羊车、马车、牛车，看你们要不要出来玩三车之浴，对不对？那既然爱玩，就烧死算了嘛。我是比较不慈悲，没有了。有些哎，对，昨天那个什么，也是拜忏，对不起啊，要讲拜忏，正好我们用这个开好学校。你不喜欢一样，啊，就跳过去，这里可能要讲一会儿，啊，剩一个钟头。这么卡，你看。程式写的，你也看不到我的密码，因为它是隐藏不给你看，就好像在点点点一样。它可以写到，我就不用打了，写到剪贴簿直接贴上就好。楚逆君印刻，对。然后楚逆君那个不就是类似我这样？所以我们不能光说不练，一定要做到。这个来吧。叫我这个下载里面，好，关掉。我们这个，哦，不是刀包，这个是那个。这个啊，云端硬碟串流，哎，我要讲什么都忘记。来看梁皇宝忏，啊，哎，有吗？忘记是要说什么了啊？讲什么？不管了，正好啊，不要扯那么多。也是梁皇宝忏里头有提到了，我刚刚那个，我忘记了。那烂报要搬嘛？不是日报，不是那个。哦，就是，是不是别人？你不要记仇，不能有一点，好像也不是。不要放在心上，还是啊，修行就要这些都做不到，就是搞假的了嘛。好，继续这个。啊，心神恍惚，魂飞散了啊，叫魂飞散，魂飞魄散，吓得胆都没了啊，吓坏了。然后偷眼视之，但明盲。盲耳声闻为稀疏，对，我昨天也是拜宝忏的时候又想到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跟这个有关的，我们前面讲，这个是不是押韵？
我就看到一个大臂佛啊，手臂的臂，有一个佛，有一尊佛叫大手臂佛啊，大臂佛。你看这个岁，跟各位讲过乙，对不对？乙跟岁还是同一个运。前面有分析说它都有乙这个声音，对不对？那其实你看手背为什么可以念背，是不是也可以念臂？这就又一个证明啊。所以你只要走对路，左右逢源，就像我们刚刚也碰到好多证据啊，数不完的。哦，你知道有时候学而时习之就是这样，不亦乐乎哦，源源不绝的，好像你到一个寻幽访胜的地方，不时都会碰到意外的惊喜，啊、哦，嗯，偷眼视是探明盲，盲耳声闻为那个啊、哦，那这个是前面讲那个魂飞魄散的样子啊、哦，吓得要命，很危险，很危急，大家抢着要逃了。那接下来写什么？偷眼视之，为什么盲耳又来了？这可能有相对位置相关之意，对不对？对啊，偷眼是不是很明显嘛？耳眼对耳嘛。我就是看到这两个不见题目，只见关键字，对不对？对啊，就看到这两个，就想到这个方法。第几招？啊，偷眼视之。盲耳声闻，可是视之是看动作，盲耳声闻、哦、这里好像比较是名词，可是既然视之看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这是动词，对不对？所以声闻就是盲耳闻声，跑去重组嘛，听到的声音嘛。那视之哎，之是代名词嘛，看是不是就看？看到的东西，哎，用表格。可以这样、啊、看到的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有点问题的、啊、因为假如这个视是动词吧，看它，这偷眼看，看去、啊、但明盲，视之等于看去，也可以啊，视之等于看去，看去这个之就不一定是指什么。哦、反正是知那个看的对象啊、哦，视的东西啊、哦。那为什么要偷眼呢？因为怎样偷偷摸摸的啊、哦？那个就是因为在慌乱之中嘛，想要看看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可是只有啊、哦，这是声音变化的关系。哦，这声音变化完。知吃吃可以转得特呢，对不对？所以蛋可以通子这样、嗯、像但是是不是就等于指示？对啊，指示怎样，但是是不是、嗯、只有明盲，明盲就是前面的什么，前面你看明盲对稀碎，你们不知道，就会，对不对？就是这个嘛。悲风惨惨日无光，前文的日无光和昼晦，白天却什么都看不到，茫茫然啊！别忘了前面的茫，对不对？前面有讨论过这个盲，加一个连接去看，那么茫茫嘛，那你是不是有提到这个盲？哎，烂爆的老师真的是烂爆啊！这样你不但会解读，是不是也会赏析，会分析他文章的结构，因为这样对应的啊，明盲明，你看
冥跟会是一类的东西嘛，啊，幽冥界。就是说你再去查词典，看词典有没有什么新说法，大概就这样。甚至词典还不一定会收这个词。冥盲，其实哎，很好，台语冥盲不一定就是这个，冥盲就迷茫。因为大圣一圣很多倒塌了，是不是都很多灰？对，所以绕圣啊，天空我所见到的影像，所见到的东西都是没有啊，渺渺茫茫，茫茫茫。茫声音见没？人心渺渺茫茫，不知伫倒位来，不知影对倒位去啊。也不知道往哎，我上课不都讲的，这叫传教啊。那安内好不好？你如果觉得就是你来读大学就是学一些知识，对啊，那你就去找别的老师吧。是不教这种大学，这不是我教，那我就回去教中小学不就好了？去教那些死知识。吃东西还要吃活鱼，以前吃肉吃腥了，还要活鱼三吃，活的才新鲜。这人哦，对不对？物质的我们讲过好几次啊，物质的要严选，然后呢，精神的都青菜。对不对？物质要严选，然后精神的要清澈，这是哪套标准？好，那个偷眼视之啊，偷偷的窥视，偷眼就是窥视、窥探，因为太危险了，所以要偷眼，对不对？因为太危险，不敢直视，偷眼视之，我们说怎样？因为，对不对？因为太危险。不敢直视，对不对？所以才。来偷窥嘛。然后盲耳。哦，盲耳声闻，盲耳听到的声音啊，盲耳声音充斥着耳朵，也可以顺着读，不一定要倒叙。像刚刚讲，只有啊，你看，但是不是相对位置？对不对？你就知道为相对位置，你看为你们比较知道嘛。但是不对位，啊，但是对位是，所以你就知道"但"是什么意思。只有，对不对？稀碎，这个"稀"，这个当然是左边读边读下边，那"碎"就是加了。十步念碎，可是这里好像念要念数。那你想想看，这是生字哈，我也不知道它有洞穴字形结构，去看它相对位置是明茫。对不对？然后还有字形结构啊，不要那么急的去找啊，不知道生字就去查词典。字形结构兼音律，它都有什么穴？对不对？都有穴，可见跟穴跟什么土石有关嘛。那你看房屋倒塌和什么，你听到什么东西都是什么瓦砾敲击或散落的声音，对不对？一定都是跟
应该就是类似这个嘛，所以盲耳听到都是啪啦啪啦啪啦，都是这种嘻嘻嘻，这是撞声词嘛。我这时候再去，大概就是这样，再去查词典。读音读的不标准，你看蟋蟀，我只是多了一个 A 嘛，所以我说他可能念蟋蟀，因为我之前有学过，蟋蟀形容细碎和断续的声音，对不对？什么东西稀稀簌簌，什么东西断续，你也知道，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是不是？因为穴是不是穴，只有土石，有石穴，有土穴，对不对？那稀稀碎碎指叠字嘛，拟声词是不是我们讲撞声词？模拟细碎断续的声音。那这里是什么东西断续？就是好像听到很多东西掉落、散落的声音那个样子，稀稀簌簌，所以盲耳听到的都是这种声音，千家万家齐屏息。大儿小儿多避逆，那就是为什么要屏息害怕嘛，就跟刚刚那个偷眼一样，你看家对家，是不是儿对儿，它都对得很整齐，有没有刻意去写的经营的嘛，这一分析就知道了，是不是家对家，儿对儿？千对大，小，万对小，齐不就多，大家多这样就都这样，都这样不就整齐划一了吗？齐就是都嘛，都屏息。它等于兜嘛，大家整齐做了，不就大家兜？所以齐丙其实兜丙其多避逆就是兜避逆啊。那第一逆你们最爱了，匿名留言有没有看到那么多了啊？躲避藏匿起来了，为了安全呢，对不对？那大儿小儿有两个读法，第一个可能是不论多大的孩子，对不对？这当然是科学语言。第二个呢，就是大人小，对不对？大儿小儿的读法，不管是大，这个大小当然是什么东西的大小，年纪又来了，是不是七星大法？当然，你看到这也知道，那也有可能是身材啊，对不对？或者胆子大小啊？你看一个大小可以多少东西，对不对？这是吸星大法，你就见识到。所以不要讲大，就死在一点上，以为什么东西大？你像脑袋才一直转，整个是灵活，带和二是对的都可能。像你就去读的越来越多。胜过别人，人家看不到那么多，哇，你可以看到那么多东西，就好像开天眼一样，对不对？那第二个读法我是比较只想的，就大人小孩，不管你是大人小孩，大家都屏息嘛，屏息就害怕不敢出声嘛，以前有暂时停止呼吸嘛，这电影以前很多这个僵尸片，那你用这个去查就是了。我就喜欢跟这种生活要扯上关系，关起门来像象牙塔，那就是好老师。你看，电影暂时停止呼吸，别呼吸，对不对？那就别呼吸，是不是就屏息？那屏气凝神有一个词汇叫什么？屏，这算什么？看到屏，想到屏气凝神，是不是单字想副词？
丙气年是不是专注很紧张，对啊，那这里当然负面就害怕，屏息凝气也可以屏息凝视，凝视这也是很聚精会神看，他前面偷看其实也有聚精会神，他不敢正直的去看，对不对？因为怕等一下有灰尘或什么东西要掉下来，被扎到屏息。全家爱好爱家都屏息都害怕，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最大的恐惧。应该说最大的恐惧乃至无知，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对不对？地震何时才停止，对不对？是这样的，因为到无知，所以前面是不是呼应了前面的，也是对未知恐最无聊最强烈的恐惧，呼应了前，这就呼应了前面的什么智者易愚昧，对不对？智者易愚昧，不知所措，现在是什么状况不知道，太恐惧。好，接下来是稍选深庭第十平，相顾人人成土色，大家屏息等待地震过去啊。那刚刚我们才讲，你看果然是不是平啊？平他也讲起来，地平踏稳相信告。那稍选，你看上下文也知道稍选是什么意思，没悔嘛。那稍我念稍，少也可以啊，稍少少少声调不重要。字形结构兼音译或字形结构换部首吗？是什么小吗？小加一撇就是什么少，所以是什么东西的什么东西，如小时的小，前面是不是讲过是时间的啊？是时间的短，短小，对不对？那选就不知道了，这可能一个词汇，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所以你看，刚好课本给你的提示一下，这个注释在这，它就表示断句在这嘛，所以你不要断错了，少选停，这不是选什么东西啊？所以少选应该是跟时间没有多久。生停了，生是不对应前面的息数，是不对应前文的息数，没有，这词竟然还没有。声就对应前面的息数，声音停止了。那这里当然没有相对位置的关系了。相顾人人成土色，你看很烂，它只不过小用了什么
道序重组嘛，因为一定是人人相顾成土色嘛，他就要相顾人人，那人人相顾就太白卦，他不相顾人人。那谁相顾？你也可以说这样读啊，每个人互相的看对方，每个人都成了土色，这样也可以。或者人人就每个人互相看，然后这里当天字还原嘛，省略了，每个人成了土了，成为了土色，对不对？两个都可以啊。相顾想到什么？哦，我这个镜头没有开哦，背景很卡啊。如果是单字想夫子，我想到这个，你们要知道啊，大学生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是以前你们大学国文选还要选这个苏东坡的《江城》是一个名句。对嘛，《江城》是，我还谱了这个词，相顾无言。了得年年长短处，明月夜短松。是相顾人人成土色，可以读成人人相顾啊、每个人都成了土色，也可以把这个倒叙重组之后，人人相顾，每个人本来这边省略了，成为土色嘛、啊，土色什么意思？因为灰尘很多，被房屋倒塌。那有另外一个词，顺便学类似土色，就菜色，而那是饥荒，这是面如土色，对不对？对啊，那个、土色也是单字想不时可以想到，面如土色。现在白话都还有，那不查我都没想到。要你如果想到，你就比我强啦、啊，对啊。恐惧到了极点，脸色像泥土，表示有没有血丝？没有血丝嘛，对不对？对啊，脸色像没有血色，对不对？好像死人了。土色要顺便学的一个是菜色啊，菜色是饥饿的，这个是惊慌落魄，对不对？我被吓坏了，就变面如土色。另外一个叫菜色，这个我就不打了，不写了，用说的在这。菜色可不是你今天吃的饭菜色好不好？面有菜色，嗯，形容。营养不良，脸色不刚啊，如菜色般青黄啊。这菜色般就是好像被炒过的菜，是不是会有点没那么鲜绿了啊？或者快要坏掉的菜，都开始有些，这不是新鲜的菜的菜色啊。你看这个很好玩，这几乎名无菜色啊，名没有这个。饥饿的样子、哦、那这样对，我差点以为我是一个鸡飞城市啊，鸡飞城市不是台北城市，你看同音字那么多，鸡飞城市的城市或城市语言电脑城市，你看还有台北城市这三个的同音字，是好，这个香菇稍选生庭地时平，地才平缓的，对，地时平是什么平？是平整。平稳，如
对，平单字想，或者是想到平稳，为什么？呼应，你看都上下文，所以上下文重不重要？呼应前文的什么？就是我们才的什么龙腮，对不对？还记得龙腮吗？煞时身体若龙腮。看这有没有？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能动移，你看，对不对？啊，呼叉栋梁能动移，对不对？能动移，能移动就不平稳了嘛，是不是？嗯，其实这也是反正，从后面来说，若龙山应该我们读的是对，好像被筛选嘛。我们看到那个老阿嬷在筛选过滤那个东西的时候，意思平稳，不是平整啊，啊。不是平整水平的平。啊，是稳的意思，就是不会再地动了，是不是？地动是不是就是能动移？嗯，所以地震其实就是什么地动？有没有听过这个什么地动移啊？对啊，不叫地震移，却叫地动移。嗯，地动其实叫地震。地动山摇嘛，地动移，我们看到就地震。注意这个哈，所以这个叫什么？文学语言嘛，七星大法，比较时代一点，像有一平就水平，平整。所以你看会的这些脑袋是很灵活，比较时代一点就想不到别的答案。你自己扪心自问，你学到现在国文是不是常常这样？因为我也是这样走来嘛。再三告诫，对烂报老师，烂报啊，那你比较好，你就继续这样吗？还是死在一点，然后就会开始变老顽固，都是这样，就每一代都是这样。啊，其实你已经是老顽固了，没办法了。哦，对不起啊，我一直说你们，当然不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是指那些已经孺子不可教也，无法受教的人。哦，当然对我是无法受教，也许对别人呢，我并不是否定别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就好啊！是针对我这个情形，不是说全部都这样。我们受过思想方法训练，里头有讲过不要推广过急嘛，对不对？不能一个男人被一个男人放杀，被一个女人骗了，就全天下的女人都跑；被一个学生这样批评，全天下学生都不行。我想我们没这样吧？我就怕有时候你们就误会成这样啊！那真的是把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有时候言谈之间省略嘛，我们就好像我如果称蔡英文，不要说不尊重，每次都蔡英文总统在那边称号，对不对？那就太啰嗦了，太累，是这样。那最后当然就是这个喽，这还没解决，对不对？稍选，那稍选的看，以我们现在读，其实就时间短暂。那为什么会有选字？你看连这个都没有，有哎，全文就有。你看，稍选王三思所最大，啊，这是一个词汇，串定，稍选择定，啊，就表示都没有过多久，啊，那为什么用选字？我也很好奇，要来研究一下，啊，你不要以为只是你在读，我不是在教你，我们一起读懂，懂不懂？我不是在教，我不是说国文教学，啊，那个来读。林詹梅国生老师授课，我什么时候这样讲？是一起读懂，是不是一会儿不久？那为什么用选字呢？
对不对？来看有没有，有时候他引文会提到故意稍选，原来吕氏孙又如人，有可能是当时的方言，所以高佑注稍选之虚，后来人就跟着用，啊、哦，也没讲为什么用选。你看传统国人教育就这样，啊、哦，那不讲清楚啊、哦，弄得人家就到后面就说啊稍选，你也不要问为什么用，好像所以嘛，我们刚刚讲为什么用所以，也不管。我要批评高佑，也许他也不知道，不知为不知，不能怪他，对不对？已经失传。我们这样可以 推测，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当时的方言或习土话啊，当时习惯用那个土产的土啊，土地，刚刚土色的土，土话啊，对不对？习惯这样用啊，这个少选，为什么又选？汉语大词典也没解释。那我们查选字咯，选有可能什么跟时间有关的，对不对？今天是稍一会儿，一定跟时间有关嘛。那都跟时间没关，当然就不要管它，啊，继续查别的。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啊，进选，选的话，我们是要看这个，因为简化字啊更详细些，它这也是汉典来的资料，啊，那我们看时间，因为它这个简化字，我们打简化字的时，科举时代当然不是，没有，那我们找一个一个看。那我开放大镜头，虽然现在已经选圣人不可选也，选，这都一样的选取。派遣。哎，否则我在这里开，我这里开应该是全部了。未去，选还有未去，入还有进入的意思，啊，千年盼，皆有用的，可信片刻有没有？啊，须臾选兼十首，选稍选须臾，啊，选。应该就是当时的方言，这应该是假借字。我选了，为什么跟须臾时间片刻有关？所以稍微一点时间啊，就稍选那个选字。你看没有讲嘛，只有说选兼十首，这兼当时间的兼啊，没有片刻的时间内十五首，大概是这样。啊，这比较特别失传了。啊，这一定根本是一个假借字。哦，我已经开了。那我们看那个汉语大字典，哇，招明文选可以单独成一个选字，那这叫选学。选学就是招明文选的学问，专门研究谈论招明文选的那个学问。啊，须臾片刻，他也是二女爱儿曾伯之赋于玉筐，这个一定大概那时候的方言。稍选八而四字，须稍选。我倒觉得这个选啊，有可能是那个。你想到我也想到是什么事吗？跟时间有关，也是没多久时间。现在看字形结构坚硬，我还是用九阳神功第三招啊，就是旋转的旋，有没有？不旋转，
旋凯旋归来那个旋本身它就是有时间，你看旋跟旋是发音很像，讲过声调不重要，它也许就是那个旋的假借、嗯、怎么变成烧哦，这个是要看烧旋，我是要好可以了，这里旋宋派前旋奏哦，这样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借？我们看声音一样。刚刚我们不是有看那个嗯，通就是假借，通假字。须臾片刻，选训，哎，选训，你看是不是通假字？我们想到的是选，它是训，迅速的训也有可能，可能是迅速的训的通假字。哦，所以它才有短时间的意思。嗯，那训的话，你就看这个就可以知道，对不对？那这里选训也，哦，选训。选少选细啊，选简，念少念少，其实应该都可以。那那个汉语大词典它有标音啊，如果查得到的话，你看它是一，我们讲过它会标一二嘛，啊，念二就二的这个声音，一就二。啊，像那个应该念二，应该是念四声少，第一个应该是少，啊，少为，啊，对不对？啊，这个少女就少玉，啊，少昊，对，少数民族少，啊，我都跑不出来，科学大师可能有点忙，哦，所以可能是这个，嗯，接下来你看那个。旋，旋有时间短暂的意思，我要下课了，对不对？立刻很快，旋即，对不对？那我们看旋跟旋的声音关系，看它有没有声母韵母，心部，声母是心，声母是血，金青重新写，心血不知道可不可以同，我不知道。这当然声韵学了，啊，那韵母呢？韵母它叫韵色，啊，韵色是三，那弦也是韵色三，至少它是叠韵字，对不对？对。然后金青重新写这声韵学里头的，它又是同一排的，就好像我们现在支持是这样同一类的，所以有可能是去给它选，啊，去给它那个。啊，那个没有弄上，哦，菜开那么久，哎，声母韵母，啊，就训，哎。须臾片刻，思忆啊，训也有可能。那你我们正好来查一下这个训，它的声母韵母啊，旋训，
因为训哦，你看你念训，他这个选里头这个地方念训哦，易经有个训卦，所以声音更像心，心对不对？完全同意哦，真运是有跑啊，训、哦哦，那就要研究这个运有没有相同啊、哦。那等呼是第三等呼，这我也不是很熟，我声音学也没学。可是你看我用来做通识的时候却很得心应手，只要学好的话我想是更不得了。所以稍选你就知道、没有多久声音停了，那稀稀疏疏的声音对不对、很多声音砰砰砰轰隆隆，包括前面那个对不对，包括前面那些，不要以为是风声啊，不是，它这个是形容啊，那个情景是这样，这是文学语言，不是科学语言的风啊，就好像日不可能真的没有光嘛，是被遮住的啊，对啊，对啊，所以这个声停也包括这个。前面的，对、啊。耳根仿佛我用连接的，对啊，那个声音，声音停了，然后地也平稳下来了，然后这时候大家才看，这时候就不是偷看了，对不对？顾就不再是偷看，相顾就不再是偷眼。不再是偷眼，前文是偷眼。对，你看前后文很重要，你看我一直在用前后文，对不对？上下文前后，不要死在一点上，要一直这样前后的去周顾它，好像你们给老师的评论或怎样一样，我跟你们评论也是，不要死在自己的观点，就像同学讲了，我都个人色彩，我相信我受过思想方法和你才，你的评论比较个人色彩，我已经尽量没有个人色彩，我相信是你对我的成见，或者我哪里触到你不爽了，你就那么夷陵切腹，怀疑邻居的人偷了你的斧头，怎么看怎么就是不顺眼，对，那就没办法了，已经老顽固化了，就没办法，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嘛，你们好。舔为大学生其实跟没有受过教育的其实应该差没多少，你们只是懂得比人家多一点的知识，至于智慧和修养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像你只是多懂了一些，多读了几篇国文，其实你国文程度跟没有读书的也没，国语程度也差不了多少，因为我们现在是真正要教你懂有大学水准的国文，可是你不愿意，对不对？那怪谁？那这一瓶水已经装满，那就什么都装不进去。好，这个差不多了。第一瓶，你看第一瓶、第十瓶啊，成第一瓶踏尾，相信告众口一时同宣笑，宣照。老者无策，少者已又来了。前面还扶老西幼，对不对？但是他也算重复，大儿小老少，前面是用幼，那这个无策少者已也是类似前面那个智者猝然易愚昧，年纪大的人，那的人就不是者字啊，没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年纪轻的人呢也很疑惑该怎么办，束手无策，从此之后晚上睡觉心都不安稳，
他为什么不用心不安？我觉得他这个这很简单的视角，你读不读？有些是比较难，少数。我想好像后面那个有些，因为我们第一次整理，看看觉得蛮，就变白话诗了啊。年老的人无策，是不是断肢想不折，可以想到束手无策？对不对？然后这一句其实就是相对位置相关的句中对。一句话讲两遍嘛，然后这里加个词哈。从此之后，为什么夜眠应该不用讲啊？晚上睡觉，也是为了押韵，对不对？有心不移，所以是不是有安宁成长奶粉？是不是就知道是同义副词了？你就知道什么叫安妮。你用网络去查，你看安妮奶粉，对不对？安就是怡，怡就是安嘛。那你就知道你的同学为什么喜欢用怡来取名字，尤其女生，因为希望她能够很安。她嫁给人也是一个好妇女，女孩子在家里就是上面就是一个家嘛，待在家里能够做一个好内助。东南虽缺地无缝，岂有妖物黄骨之。好，我们这一集到此为止哈，也蛮长的。然后，好，就这样啊，大家道愿精进，少造业，多念佛啊。然后也希望以此功德回向给学生菩萨，还有一切无名的众生啊。希望早日烂报的老师，希望你们早日破迷开悟了啊。希望是我烂报，最好是你们比我好报多了。那最好啊，青出于蓝才对。不要我烂报，你不要来烂，那不知道叫什么报，烂报报啊，那就来报报啊！阿弥陀佛。